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日系仲有几粒钟喎，我哋就2018噶咯 ，OK 啊。所以咁样，我祝大家2018开心先 ，OK 啊，Happy New Year， 系啊，大家咁话。And then 啊 ，OK， 今日我哋讲呢个课咧，可能系我哋2018一个好大嘅礼物。唔知呢个礼物系惊喜啊，定系惊吓？哦，我都唔知系惊喜定惊吓啦。所以就系睇你哋个人嘅感受 ，OK。前面是不是我是会讲科学家讲的东西先 ,ok? 因为太惊吓了，所以科学家讲的东西一定要讲给你听先 ,before 你有心机听下去。跟住如果我讲英文的时候，我会翻译广东话，我尽量翻译啦，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好像我将这个这样的东西我帮细路哥讲，是不是很快他一下知道我讲什么。我幫年紀大啲嘅講，唔係講到我好辛苦，佢都唔俾我講，因為呢一個係比較 abstract 啊，點樣講啊？抽象。係抽象，好抽象哦，抽象啲。OK， so OK， 今日我哋要講嘅咧就係、是、Oh my， are you sure？ OK， 一直以嚟係咪？佛家都知道的，其實對我來講過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但是即使是這樣，我聽到我都覺得哇是不是啊、okay? 因為佛在《金剛經》有講，凡一切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皆是夢幻泡影，所以我們知道的，講 everyday 你看到你見到什麼心是假的嘛，知道沒有什麼是真的了。因為為什麼有一天我們死的時候，你好像什麼都帶不到去，所以而家你講有咩真嘅？你而家一日做24小時嘅工作，即係講24小時減咗瞓覺16個鐘，你所擠一切嘅心機落去做嘅，你嘅事業、你嘅家庭、你嘅 relationship、你嘅關係，同埋你一切啦，你所擁有嘅嘢，冇一樣嘢你帶到佢嘅，所以我哋覺得係咯，係假嘅咯。到我哋死嘅時候，乜嘢都冇嘅咯。我哋係最多係諗到係咁嘅啫。所以我哋知道 what is real， 冇嘢係真嘅嘛。咁人哋又問我喎，你講唔真啊？咩唔真啊？我摸到嘅喎、哦，我掂到嘅喎、哦，做咩唔真？有啊嘛，所以我又識答人嚟喎、哦。我講，因為係咪我都係假嘅嘛？我可以摸到啊，睇啦，睇啦，我喐到佢喎、哦，係啦，點解係假嘅？咁我梗係嘛，因為我都係假嘅嘛，所以佢又係假嘅，變咗我掂佢又係咪咁真嘅啫？你知冇 ？OK， 所以我係識得咁講。原來今日quantum physicist而家嘅物理學家係咪？他終於幫我們解了這個謎，原來他說印證了2500年前佛已經所說的東西，就是就好像《心經》所說的，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他跟我們說是無六根無六塵亦都無六色的，这个心经已讲开。上一轮我们有解到这里，但是我讲留下今天我会解清楚一点。为什么呢？原来是不是现在要揭晓了，科学家讲完，原来我们大家，我你各位，包括这些台台凳凳，这个 building 外面的车，你家的家人和你所拥有的一切物件，是不是原来是 hologram。什么是 hologram 呢？全息图画。原来我们是图画来的。你知道什么叫图画吗？无理的，你知道吗？全息图画。hologram。OK? Hologram。OK? 这个叫做什么呢？全息图画。哎呀，你听完了今天是不是你会回去啊，好多功课做的了。OK, 他说啊，原來我哋大家一切都喺一個 hologram，hologram 即係全息圖。個物理學家已經講啊 ，we are living in a giant cosmic hologram。咩係 hologram 咧？
個就是 hologram 啦。原來你同我都是 hologram 嚟嘅，你知道 ？OK， 科學家係咪已經同你講，我哋係 hologram， 包括我哋人、我哋個屋、我哋住嘅嘢，一切一切，山河大地、高樓大廈都係 hologram。So we are living in a giant cosmic hologram。OK， so 我要講俾你聽。科學家去點樣去查到呢件事？咁我哋先有信心。喂，係咪真係 hologram 啊？好大劑喎！如果我哋係 hologram， 好。所以話其實 hologram 係咩意思咧 ？holo 係咪係全 ？gram 係咪 ？hologram 係 actually 係 gram 啊，一個係呢個係嗰啲Greek 啊 Greek 嘅字啊，希臘嗰啲古文嚟嘅。gram 係咪係信息 ？That means information。全息的 information 啊，所以我哋叫 hologram 叫做全息圖，圖畫個圖。所以你同我都係全息圖嚟嘅。OK， 根本上係咪一直以嚟啦？1920年開始係咪？成個物理學世界入邊，其實分開兩大個主題理論 ，two mainstream theory。但係佢哋呢兩個主題理論唔可以合併嘅，你知冇？因為佢哋個別係咪係講緊唔同嘅嘢，一個講緊好大嘅嘢，就係、是、宇宙啊、星際啊，同埋個 cosmic 啊、嗰啲 gravity 啊、time 啊、and space 啊，大大件嘅嘢。呢、這個叫做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相對論。相對論其實就係愛因斯坦係咪 start 嘅 ？OK， 佢係講緊時間同空間係假嘅。你記得上個禮拜我哋講嘅？就是这个来的相对论。但是你有另外一个主题理论呢，就是 quantum mechanics。它是讲的那些很小很小的那些 molecule 啊，那些 atoms 啊，那些质子啊，分子啊，什么夸克啊，那些是不是就是叫做 quantum mechanics， 那些讲很小的。所以很大和很小的，是不是他们不可以合并的，你知道吗？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不可以合并的。所以它变了这个是 under quantum mechanics， 是另外一个叫做量子学物理。OK， 所以兩家咧就你做你嘅，我做我嘅 ，OK， 咁都 OK， 大家都相安都冇事啦 ，OK， 跟住咧喺1974年出事啦 ，OK， 1974年出事，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啊 ，Stephen Hawking， 你知邊個係 Stephen Hawking 冇？你嗰個坐喺輪椅嗰度嗰個物理學家，嗰個咧佢係佢哋講係當今其中一個好好叻嘅科學家嚟嘅，佢咧就研究黑洞。OK， 研究黑洞咧係屬於呢個大嘅相對論下的嘅，因為係黑洞嘛，宇宙嘅嘢，所以佢就講咩咧？佢講啊，一切嘅嘢啊，如果經過嗰個黑洞嘅時候啊，連埋佢嘅 information 啊，佢嘅信息係完全冇曬嘅，唔見曬嘅，微薄。Black hole 啊 ，black hole 入咗 black hole 之後，佢咩都冇曬啫嘛。但係呢個理論咧，哇，好大劑啦！點解咧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學家係咪唔可以接受？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個很基本的知識在量子學裡面是沒有東西可以不見的，尤其是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不可以不見的，所以是由1974年開始就分開兩幫開始打了 The battle， OK， 這個 battle 他們叫什麼？ The battle with Stephen Hawking， 所以他們分了兩派，所以這兩派呢就是 Stephen Hawking 對 Gerard the Hood and Leonard Susskind， 呢兩個科學家係咪 ？Gerard the Hood 係第一個講起呢個全息理論嘅，佢係一個Dutch 荷蘭科學家，喺1999年佢攞到 Nobel Prize 嘅。OK， 第二個咧就係、是、Leonard Susskind， 呢個係美國嘅一個教授嚟嘅，亦都係科學家，佢係 world class 嘅，佢係好70几岁嘅人嚟嘅，亦都係一個好叻嘅。很厲害的科學家，他們叫他 The Bad Boy， 因為 他不信的東西是他會幫你撐到底的，這個就是 Leonard Susskind， 所以他是一個 professor from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所以這兩個是就是量子學物理世界的，這一個呢就面對到相對論世界的 Stephen Hawking， 他們就打了，兩個就一直在這裡理論了20年了，他們爭了 OK， 所以跟著是終於在1990年好啦，無意中係咪俾佢哋真係發現到？第一個就係 Gerard the Hood， 佢係 propose 嘅 about 呢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 係佢講先嘅。佢講啊，原來一切嘅信息係咪跌咗落個黑洞係咪？佢冇唔見到，佢係喺黑洞出邊係咪個表面啊？
佢哋叫 event horizon， 喺嗰處嗰個信息係咪？嗰啲 information 係跌喺黐喺旁邊嘅啫嘛。入到去咗之後，咪佢就可能係爛咗、壞咗、冇咗。但係佢個信息啊，信息即係 information 啊 ，information 即係點樣講啊？你嘅你做一個人，好似我，你好多信息嘅。我是血型是 B 型啊，跟住我幾高幾低啊，我的爸爸是邊個，我媽媽是邊個，好像你的 DNA 入邊嘅信息。所以每一個物體的信息係咪都會黐喺個黑洞嘅出邊係咪，唔會唔見嘅。OK， 所以呢個佢哋已經 propose 咗，佢講呢個係黑洞啊 ，even 我哋嘅成個宇宙啊都係咁樣嘅。That means 我哋喺入邊係咪？我哋係 3D 用 3D 啊 ，3D 係三維啊。OK， 所以係咪呢兩個啊 ，Gerard 同埋呢個 Leonard Susskind 係咪兩個就終於揾到點解係咁啊 ？And 佢哋揾到呢一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 係咪呢個全息理論啊？不但只係可以打贏 Stephen Hawking 啊，仲連呢個兩個 theory 啊都可以夾埋咗，你知冇？呢兩個 theory 佢哋兩個可以合拼啊，叫就改咗個名叫做 quantum gravity。其實呢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 同埋我哋嗰個原理論啊，你記得個 superstring theory 冇？佢哋係一樣嘅。Under superstring theory 啊，入邊呢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 係咪就係可以將呢兩個唔同嘅世界 merge 啊，合拼起嚟，跟住終於嚟要呢個叫做 quantum gravity 嘅 principle， 叫做量子引力。OK， 所以佢不但只可以對抗到，跟住佢仲可以解釋到啊，點解呢兩個世界嘅理論係咪終於可以合拼 ？OK， so 原來佢哋發覺到奧蘇啊，點解啊呢兩個大嘅同細嘅唔可以夾咧？因為係咪我哋講緊嘅嘢係唔同嘅空間啊，唔同嘅 dimension 係維啊維啊，呢個叫啊呢個維啊。所以老人家可能難少少嘅啫 ，dimension， 你睇下大件嘅嘢係咪？原來嗰個解釋係咪個詮釋係咪係 under 3D 嘅 ？OK， 細件嘅嘢係咪？原來係 under 2D 嘅，原來唔怪得佢哋唔可以合拼啊 ！OK， 所以終於如果出咗嚟呢個 quantum gravity， 佢哋可以啊點樣將兩個嘅理論合拼起嚟 ？All right。所以這個就是終於他們是這樣發生了，現在我講給你聽是科學家發生的事。 OK， 什麼是 holographic principle？ 我們的一切的東西，你所看到的 3D 的東西 3D 就是我們這些人的 3D。 OK， 老人家什麼叫 3D？ 3D 就是這個，這個叫 3D 了。 OK， 立體的 2D 呢就是這樣的平面的，呢、这個叫 2D， 呢、这個叫 3D， 好、啊、明白我、啊、？OK， 所、so, 以我哋用好多 2D 同 3D 講緊 ，OK， 所以佢講緊啊，所以你有睇到我哋 send 呢個冇？其實有嘢嘅，係俾你睇嘅。我哋嘅 hologram 啊，就係當你睇呢個嘢嘅時候，你起突出嚟啊，我哋就係呢個嚟嘅。科學家講我哋係呢個嚟嘅。所以啊，冇諗到你咁真啊。OK。所以話係講 3D object in the universe， 我哋好似呢個係 universe， 呢個係我哋嘅宇宙入邊嗰啲 3D 嗰啲嘢係 ，OK， 山河大地啊、屋企啊 ，whatever， 呢個咪 3D 咯，呢個係三維嘅咯 ，OK， 呢三維其實佢哋係點樣嚟嘅咧？佢係宇宙出邊嗰個表面嗰處，原來有一層嘢啊，儲藏住係咪？呢度係 2D，OK， 呢度係 3D。2D 儲藏住係咪我哋嘅 information？ 我哋呢個 3D 入邊嘅一切嘅信息，即係好似呢個人啊，有呢間屋啦，佢嘅信息係黐喺呢個 2D 嗰度嘅。呢個其實係影射落嚟嘅啫，影射落嚟，所以你睇到一間屋，你諗自己係真啊，其實係圖畫嚟嘅啫。我哋睇到好真嘛？屋企嘛，我咪企喺屋企咯。其實而家你坐喺呢個入邊係咪係一個圖畫嚟嘅？OK， 呢間屋企嘅信息係喺個 2D 平面嗰度影射入嚟啊，所以你睇到呢一個嘢，我哋而家喺度睇到嘅嘢，我哋所以睇到一切嘅嘢係影射嚟嘅啫，冇實體嘅。We are only holograms。OK， 所以佢講啊，就好似咩樣，好似呢個咯 ，exactly。你睇呢個報紙啊，因為我哋有個搞嘅嘛，呢個係咪？你唔知點樣係咪？你整你嘅眼啊，咁樣豆雞眼咁樣睇睇睇啊，嗰樣嘢走出嚟嘅喎，啱冇？好似 3D 咁樣走出嚟嘅嘛。
跟住我妹講啊，佢講你覺得冇？以前好多年前啊，我哋都未睇 hologram， 佢幫我講，你知點樣睇啊冇？當你係咪整到你自己好似好笨、好蠢咁啊？好似好多 delusion 咁啊，嗰嘢突出嚟。Denise 啊 ，the 3D images appear under delusion。喂，你個眼好 deluded 嘅時候係咪？你真係豆雞眼咗係咪？佢嗰樣嘢走出嚟喎。人哋講我妹講啊，你再睇耐啲係咪？好舒服噶喎，你黐喺入邊喎，你好舒服。其實係嗰個魚黐嚟嘅，嗰個夢想嚟嘅。你知啊？所以而家係咪我哋嘅 information 啊，就係喺呢個 2D 嘅平面嘅。而家你睇到佢吉出嚟係咪？其實係你嘅嗰個好魚黐嘅眼係咪喺度睇到嗰樣嘢係咪？突咗出嚟啊！你覺得又夜咗你，佢同呢個係一樣一樣嚟。OK， 所以你哋邊個我睇依個咪你翻去試下睇，你攞嗰啲好蠢好蠢嘅眼嚟睇。所以話，仲有另外一個比喻係咩？你知唔知？你去睇戲啊！你睇三 D 嘅戲，你咁樣睇你睇唔到喎，佢蒙曬喎。你戴嗰隻眼鏡之後，啲嘢先突出嚟啊！我哋就喺度，不過嗰隻眼鏡就係你個愚痴嘅眼咯。你去睇係咪？佢突出嚟咗，但係嗰個 screen 係咪係咩嚟嘅？那個屏幕是什麼來的？ 2D 來的，但你看到有一個 3D 的走出來。譬如說我們的人間，我們的一切都是 3D 的，是假的，科學家證實了，其實等我先說一下。 OK， So 他說 Our physical universe 這個固體的、那個、宇宙是不是 We perceive as reality is created， 我們怎樣是不是會弄到這個東西這麼真呢？其實是因為我們 collect 了那個 wave function， 原來是什麼事而已。你現在你 imagine 沒有實體的，原來你這裡的空間的一切是不是都是 wave function 波量，你知道嗎？波量 wave 這些 wave function 波浪啊，總言之 energy， 你知道嗎？它是 energy 的 wave function 而已，但是這個波浪是 full of infinite possibilities，它是有無限的潛能的，這個波浪，這個 energy。 所以《心經》說什麼？空性。空性是為什麼？任你怎麼看的，那個波浪它不是真的，它是一個波浪，是 你 create 出來的。所以我們 create 那個 reality 是不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波浪，我們 by virtue of a force 看那樣東西，那樣東西走出來，其實是沒有的，你知道嗎？ OK， So full of infinite possibilities, we collapse the wave function into a hologram. Okay, like a holographic 3D movie. Okay, our brains, 我哋嘅腦啊，科學家佢唔知係咩，佢咪講腦咯。其實佛幫你講係咩？係我哋嘅 consciousness 意識。科學家唔講 consciousness 㗎，因為 consciousness 證實唔到嘛。科學家係 materialist， 物體嘅，佢一定要睇到嘢嘅。佢唔可以幫你講 mind 啊 ，consciousness 啊，佢唔講得嘅，佢唔係唔可以講，佢唔講得，因為你證實唔到，所以佢講喺 brain， 喺個腦嗰度。佢講我哋個腦就係嗰個 projector 啊，我哋 project 到嗰個嘢出嚟係用我哋個腦嘅。Okay， so and the movie that we are totally immersed in 啊，因為呢出戲啊，我哋啊睇到啊，哇日日啊～翻工放工，見到屋企人鬧交爭嘢，開心開白煙啊 ，countdown 啦呢啲係咪？一切一切你浸喺入邊嘅係咪 ？It's not real at all， 係假嘅。OK， 蘇菲講啦 ，out there is only vast oceans of wave function， 出邊一切係咪淨係波浪嘅啫 ？OK。Everything we see， 我哋睇到嘅，我哋聽到嘅，我哋掂到嘅，我哋感覺到嘅，感受到嘅，係咪喺 3D 入邊啊？你睇到佢 3D， 即係講我哋嗰啲有立體嘅嘢，完完全全 emanates， 就 means 走出嚟啊！喺邊度走出嚟啊？係 from 我哋嗰個 2D 嘅嗰個菲林啊！你呢個菲林啊，呢個菲林啊，喺我哋嘅嗰個周邊個菲林係咪？你坐藏住咁多嗰啲 information 係咪？喺嗰處 project 落嚟，你睇到嗰個 3D 嘅。OK， so 呢個佢哋咁樣講啦嚇 ，and then 啊，仲有一個好 interesting 係咩咧？啊呢個你諗到我哋嘅死亡，你又覺得好 interesting。佢講啊，原來呢個 2D information 啊，你照咗落嚟，你 project 咗一個 3D 依間屋企啦。
如果你攞呢間屋企入嘅一個角落頭啊，可能係一塊磚頭啦。你攞去化驗，你可以完完全全知道成間屋企啊嗰個 2D 平面嘅 information， 即係好似呢張紙咁。我呢張紙啊，其實我寫咗好多嘢㗎，跟住我成張紙唔見咗喎，但係我剩翻角落頭一片嘢啫。我攞呢個片嘢係咪一執仔啫，冇嘢嘅。我攞去化驗係咪？我成張紙入邊嘅 information 啊出翻曬嚟。呢個叫做 hologram， that's why it's called whole message。所以嗰個 3D 入邊嘅每一個細節，你一刮一嚿出嚟，你攞去化驗，成個 2D 啊，佢嘅嗰個 information 藏住喺個 2D 嗰度，你可以揾出嚟佢嘅 information。係 DNA 嚟嘅。好似你 DNA， 即係好似而家我啦，我係 3D 嘛，你化驗，你知道我係邊個咗嘅啫嘛。It's the same， 因為我都係 3D 嘛。所以隔冇嗰個 DNA 嘅 information 咯。And the best part is， 因為我個 information 深啊藏喺 2D 嘛。我如果啦，我成隻 3D 爛咗啦，你識講我掉一個荷包落一個 black hole 掉入去係咪？佢爛咗啦。嗰個 2D 藏喺邊界嗰度嗰啲 information， 我可以攞翻出嚟啊 ，reconstruct 重新建立過呢個 3D 嘅嘢完完整整。咩名啊？你 stem cell 係咁樣㗎？哦，我知。但係呢咗 2D 嘅平面嘅信息係咪？我可以攞嚟啊，再重新整翻嗰個 3D 係咪出嚟啊？完完全全係一樣嘅。你諗到你就死亡，所以我哋係冇死嘅啫。唔知啊？因為當我哋死嘅時候係咪？係我哋嗰個影啊唔見咗啫，那個燈熄咗啫 ，collapse 咗嗰個 image 啊。跟住係咪？我哋 2D 嘅嘢收埋喺曬入邊嘅，所以你再重新翻入嚟係咪？其實你嘅 2D information 錯住曬，就係你嘅六七八其實。3D 啊，嗰啲 information 啊，錯藏喺嗰個 2D 啊，跟住 2D 嗰度咪，我又都可以攞翻嚟係咪？構造翻我嗰個 3D 嗰個物件係咪？係科學家係嚟證實咗，所以叫做 hologram。OK， so 今日發生嘅事，呢個係1974年到1997年。OK， 呢個個 battle 啊，佢哋叫咩 ？The battle with Stephen Hawking， 佢哋喺度打打打打，所以 after that 知道嗰一方我贏咗，你知冇？終於喺1997年啊，有一個男仔係咪科學家嚟嘅？啊 ，Juan Maldacena， 你叫名 Juan 嘅 ，J U A N， Juan Maldacena 即係我。佢哋講佢係咁啊 ，Argentinian， 佢 Lennox 先講啊，佢係當今係咪最叻嘅 physicist？所以佢就喺1997嘅時候啊，終於啊，佢 come up with 一個 mathematical realization， 叫做數學實現啊。咩意思呢？即係佢將成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 呢個全息嘅理論，實實際際 for the first time， 好 explicitly somebody explicitly 明確咁樣啊，解釋成個 holographic 點樣行啊呢、這個嘢。呢、这個理論啊，係點樣慢慢慢慢咁樣用算術咁樣計曬出嚟，計到夾到靚靚 ，OK？ 終於係咪呢件事啊 ？From being a wild-eyed conjecture， today 係咪係 everyday working tool of physics？ That means 人哋一聽到都嚇親啊！到今日啦，而家我哋物理學入邊啊，係日日用緊嘅嘢咗呢一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 呢一個全息理論。就係因為依一個數學已經出咗嚟咯，所以 Stephen Hawking 啊，嗰個坐喺輪椅嗰位科學家，終於去承認佢自己錯咗 ，and 佢都 support 呢個理論，呢個全息理論。OK， 咁自從1997年開始之後咧，到今日啦，超過10,000張 papers 啊，10,000 papers 啊 ，been published supporting 呢個 idea。其實在那個科學家的世界裏面，他們已經公認了，是現在公眾不知道的。人家說給公眾知道很艱難，因為他們做不到出來，但是他計到他們已經觀察到，他們已經看到那個實驗，但是他解釋不到給公眾聽，怎樣說給你聽你是假的，是的。所以是有10,000個 papers 出咗嚟啦，由1997到而家20年咗，所以已經唔係一個咩好天大嘅statement 咗嘅啫。所以 Lennox 佢講嘅，
if it affects a person's sense of logic and reason. 如果呢一個咁樣嘅詮釋圖啊，你係一個詮釋圖，嚇親到你，你唔可以接受啦。Leonard Susskind講咩？呢個科學家講咩啊 ？Sorry, deal with it 。係叫你啊接受啦。所以你要接受你係假嘅嘢。Cause it is just not speculation anymore. 佢唔係一個猜測，唔係一個推測。OK。It is now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working tool for all theoretical physicists. 它已經是一個物理學家他們的準則，或是他的標準，在他們的工作範圍裡面，當他們研究物理學的時候。 OK， 這個詮釋理論， right? Today, the rest of the physics community， 現在我們在整個物理學家的世界裡面，这个诠释理论、啊、已经是永久性地在那个物理学家的字典里面了。 It's permanent in the vocabulary of the physicists and it is also in the textbooks. 大学生现在去做科学家的人，个个他们的那个科本书、啊、叫什么教科书、啊、已经通通、啊、都有了这个诠释理论，他们一定要明白了。 OK，所以今年年頭2017年一月的時候，有一班 physicists 就係呢班 ，OK？ 佢哋 from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University of Waterloo and University of Sorrento， 一個係英國，一個係加拿大，一個係義大嚟嘅。佢哋呢班人，佢哋係 theoretical physicists and astrophysicists， 係理論物理學家同埋天體物理學家。佢哋呢班人終於啊 publish。刊登啊！不過觀察到嘅嘢喺呢個 physical review letter。physical review letter 係自從1958年開始嘅，呢個係好有權威性嘅期刊嚟嘅，係登嚟俾啊深挖物理學家睇嘅 ，all the scientists 睇嘅。OK， 所以你唔係啊，中意登你嗰啲嘢上去嘅，你知冇？你要經過啊，咪批准啊，人哋覺得你真係真嘅嘢先登出去。所以喺個 physical review letter 入邊。他們又說他們解什麼呢，他說他們這班科學家終於在那個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在那個宇宙微波的背景是什麼來的，你知道嗎？他是那個 Big Bang， 我們的大爆炸，一爆炸的時候他有很多那些餘暉 Afterglow， 那些餘暉打出來，他們可以用那個聲音來捉來聽，到現在那個餘暉還在聽的，所以攞嗰嘢嚟聽啊，咪喺度計，喺度 observe， 佢哋真係 confirm 啊！我哋係一個 hologram。All of us are all the 3D objects are hologram。OK， 所以終於佢哋依個係最 latest 噶啦，係今年嘅事發生嘅。OK， and 喺呢個 afterglow 啊，佢哋揾到啊好清楚嘅像跡，依個係一個證據啊，可以當係一個證據咗。So Professor Skandaris 呢個喺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呢個 Professor Skandaris 佢講啦 ，Holography is a huge leap forward， 係一個好大嘅要進啊，跳過嚟 ，OK？ In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我哋依個宇宙嘅構造啊，同埋點樣去創造出嚟，從而家開始你重新要諗清楚。不是好像以為你咁樣實實啊，有泥有土啊，呢個係真噶，其實唔係你噶，係圖畫嚟噶。你知道咁樣冇？係圖畫嚟噶，原來成件嘢。OK， it will force us to fundamentally alter our perception of reality。係會逼到我哋喺好基本之下改變啊，我哋點樣睇咩叫做真嘅嘢，真實上。我哋嘅真實上，依、这個宇宙啊嘅真實上係乜嘢 ？OK， 嗱，我一直講咗啊40分鐘啊，就係講緊 scientist 一直發生緊嘅事。OK， 所以依個 hologram 咧已經係一個接受咗一個事實，原來我哋真係唔係真嘅咯，唔係講啊佛講啊，哎呀，我哋諗住佛講爽啊，即係講係啦假啦假啦，死嘅時候我哋咩都帶唔到，你咪假咯。佢同你講唔係啊，佢而家同你講你錯住，依啲數碼都係假噶，你係睇緊呢啲數碼係。影像嚟嘅啫，圖畫 image。如果係咪？你先講，你睇緊嗰個咧，正話我叫你睇噶，登啲磚啊！你行上去，你摸登啲磚係咪？佢係穿過嘅，
啱冇？因為佢係假噶嘛，我哋係諗仲係真啲啲啦，係咪？如果一個神仙醒咗噶啦，佢嚟摸我哋係咪？我哋嚟穿過噶喎。你明我講咩冇？佢睇到我哋，佢摸我哋係咪？係穿過喎。所以我哋睇到嗰個神仙係咪？又係透明噶喎。其實我哋大家係透明噶，你知唔知？是我哋大家，你是假的，我又假的，所以我哋睇到好實噶。點解咁樣咧？陣間我講你聽，佛有講，嗰個家冇講，佛有講。OK， OK， 到到呢度接受到冇 ？OK 啊，可以啊。Handle deal，handle no deal with it，deal with it 。所以你要開始咁樣諗嘢嚟啫喎。你而家見到摸到嘅嘢係咪？你諗住咁真係假㗎 ？OK， 我講俾你聽點解。正話嗰啲科學家講嘅嘢係咪？我哋叫做比量。你記得嗰個 Ogmi Tree and Five 冇？當你唔信一樣嘢嘅時候，你要睇三個量，一個就係比量，一個係現量，一個係聖現量。比量就係你聽到人哋講，科學家講俾你聽咯。現量就係你自己去體驗。聖賢良咧就喺佛講嘅咩？我係嗰啲好大善知識講嘅嘢，嗰個就係聖賢良。而家我哋又講一講一下賢良同埋聖賢良 ，OK？ So 我哋觀察到係咪 ？So 而家我想問你一樣嘢，而家做一啲賢良嘅嘢啦嚇。我問你啦，我見睇到你睇我啦，你認為係咪？你係睇緊我麼？你睇我啦 ，OK？ 你睇我啦，你認為你係睇緊我 ？Are you seeing me？應該不是咯其實你不是在看我我們是沒有辦法是不是知道外面是什麼來的你知道嗎那個不是來的你知道嗎那個不是你真正看到的東西你真正看到的東西是不是其實在你的腦啊拉尾啊腦拉尾有一個屏幕的你知道嗎 For example、okay, 這個人啊其實我的眼在這裡、okay? 我看到這個人啊這個人影射進來但是我的腦啊，我的 brain 啊，我的腦拉尾有一個屏幕係咪？我睇到一個人喺度嘅啫，所以呢一個其實係咁樣影翻出嚟。其實你話你睇緊我係咪？你睇到我啊？其實你唔係睇到我啫，你睇到呢個屏幕嘅啫。啱冇？我哋讀書有讀過嘛？所以呢度係咪 send 入去嘅係咪？佢哋叫做電信號 （electrical signal）， 電信號。我哋收到好多電信號啊！我哋嘅眼係咪其實係攝呢種佢影相機咁啊？攝咗呢個入嚟睇呢樹係咪？我哋依個咧就好似一個 projector 叫咩啊？放映機。所以呢個放映機將我哋依個攝咗入嚟嘅嘢打翻出去啊，係一個電信號啊！我哋嘅腦睇到，誒依個係 Carol， 其實你睇緊嘅嘢係咪係依只嚟嘅？你唔係睇到出邊嘅攝啊？你知 camera 冇？攝咗你真真睇緊嘅係咪？係呢個電波啊入咗去我哋嘅腦入邊。OK， 所以啊呢個係睇嘅啫嘛。聽咧，食咧，你嘅眼耳鼻舌身意冇一個嘢係咪？唔係經過你拉尾呢個腦電波啊輸送出嚟俾我哋知道。哦，我食緊嘢。哦，我聽到嘢。哦，我摸到嘢。哦，凍嘅、熱嘅、冷嘅，一切所有係拉尾呢度嘅喐。其實出邊嘅嘢啊，我哋係冇可能知道嘅，係我哋接受咗。但係我哋啊，聽到呢個色、聲、香、味、觸、法啦，你睇到嘅嘢，你聽到嘅聲，你聞到嘅味，你食到嘅味道，你掂到嘅嘢，同埋你諗到嘅一切啊，通通都係喺一個電信號。send 咗啊，輸送咗去你嘅嗰個屏幕喺你嘅腦啦未啊？同你講，不如你掂到嘢啦。哦，呢個係板啊，硬噶。其實呢度打緊係，其實呢度係未，呢度係波浪嚟嘅啫。呢個係波浪啊，但係你呢度啦未收到係硬嘅，掂到嘅啫。點解會用硬嘅咧 ？OK， 陣間落去啊。點解會用硬嘅咧 ？OK。So 佢講緊啊 ，no way 冇辦法係咪？我哋係知道出邊發生緊咩事，根本上係咪？我哋係掂唔到，我哋係 contact 唔到。其實啊，科學家同你講呢、這個嘢係假嘅，原來係咪？呢、這個係 2D 啊，影射落嚟變咗一個叫 3D 嘅 object 係咪？但係你接受佢嘅時候，睇到佢好真嘅啫喎，就好似呢個咁咯。你睇緊呢個咁咯？你睇到我，哎呀，好真咯，係喎 ，Carol 行緊嚟咯，你睇到冇？
其實本來係咪我嘅 information 喺上高嗰個 universe 嗰度係平面嘅，你知冇？係平面嚟嘅啫。但係影射落嚟，咪睇到誒，哎呀 3D 啊，係咁樣嘅，你知冇 ？OK， 所以個科學家講咗啦。OK， 佛家講啊，你嘅六根都係假嘅，你仲記得冇？我哋幾個堂以前係咪喺《楞嚴經》啊？佛有講過，你喺嗰個五族剛強嗰、那個命族啊，定係我哋讀我哋睇緊嗰個佛性嘅時候啊，我哋嘅見性啊係心唔係眼，你記得冇？所以個《楞嚴經》講咩咧？係講啊，見聞本無二，但眾塵隔絕。見聞係咩意思咧？見呢個就係你嘅 Buddha nature， 見性啊，你嘅佛性。你的佛性是不是和你所知道的东西，问就是知人 OK， 佛性和你所知道的是不是本来是无疑的，知道本来是没有分别的，我其实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用我佛性我知道一切的那些眼耳口鼻所做的东西，是不是我不需要眼耳口鼻，但是是不是中尘隔绝，但是因为是不是我有很多垃圾很多 dust 啊，隔月是什么呢？遮住了我的这个 Buddha nature， 遮住了我的佛性，是不是？所以啊，无状而生，无状是什么呢？死了，我没有状态，但是我很知道，你唯有是不是自己整个眼出来，整个耳朵出来，你记得那个猫的故事没有？跌了在那个深坑里面，它的耳朵很大只了，因为它需要听来生存，所以我们的眼耳口鼻是不是是经年累月，我们的 evolution 叫什么？进化，进化啊！进化，我哋咁样进化，咪整出嗰啲眼耳口鼻出嚟嘅，你知冇？因为个《楞严经》佛讲系咪？你根本上唔需要你嘅眼耳口鼻啲咁嘅嘢嚟知道事情嘅，你知冇？你个佛性自己就犀利啦！你谂下啦，我哋一死嘅时候，个灵魂一飘上嚟啊，你乜嘢都睇到，乜嘢都听到，你仲翻翻晒你嘅神通添？咩嚟嘅？我都冇眼，我都死咗咯。其实肉体是假的，好像我的手机那样，哎，很方便嘛，我看东西很容易看嘛，我不需要哇用我很紧要你都用我的佛性来看东西，我有一个眼很容易，就像我打电话，哎呀手机就行了，你使什么，是吧？所以变成我们很方便，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整到令到你方便，其实它是没有的，你知道吗？是我们整出来的。所以你说是吧，性中相知啊，用中相背，性就是那个本质，你的眼耳口鼻其实你是想知道东西，为什么你来到这处呢？但是因为我们太过好奇，我们想知道，所以性中相知，我们的眼耳口鼻是拿来知道东西，是但是用中相背，用中相背是为之什么呢？你用的时候是不是你是用不同的 function，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耳朵用来听东西的，鼻子用来闻东西的，口用来吃东西的，所以用中相背，不同的用法 function is different， 但你的本质 purpose 是一样，你是想知道的，所以你明白那个经讲什么吗？所以那个佛跟你说是你的六根是其实根本上是都是假的。 OK， The next thing 我想问是就是啊，做什么我摸到那样东西硬的，我摸到啊，是啊，你讲我妥，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硬的，我觉得我是重的。Elements 啊。啊。Yeah, four elements. Where did the four elements come from? Yeah, it's a concept. Why do I have this concept? 做咩我有这个 concept 重的？做咩我摸到是硬的？做咩我觉得我身体咁累赘嘅，咁实嘅？啊，食饱个头啊，好累赘啊！其实是做什么用？原来是不是在我们的那个意识里面，里面有种子，只有佛看到的，这个就是，是不是楞伽经的，那个佛说啊，尊人望上大种，身内外水界，你可以感觉到有湿和干。尊人是什么？尊是什么？尊是液体啊， liquid。 润呢？很润啊，很 moisture。原来是在我们的 consciousness 的第八 RDS 里面，你记得我们的六七八吗？第八 RDS 里面有个四个种子， It's inside the consciousness. You like it or not, the moment 你一开始发梦， consciousness 一出来你就有这四个东西。 OK， 进入这个妄想的种，它会生内和外，你里面和外面你会觉得湿，
你看到東西會濕會潤，你可以感覺到濕和乾的分別。第二呢就是堪能，堪是不是可以頂啊，堪苛你堪就要頂得順啊，你只要頂得順要堪啦，堪能啊，能是能夠的能咯，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tough 的東西，是不是？你這個妄想是一個重啊，山內外火界，所以你可以 feel 到熱和冷。為什麼你有熱和冷呢？就是因為這個界火界，跟著飄動啊，飄啊，動是 moving，這個妄想大種，是不是山內外風界，你有 feel 到誒，所以這個我們可以感覺到什麼呢？外面有東西在動啊，震緊啊，行緊啊，停了啊，你知道的，這個在你的 concept 裡面，在你的 consciousness 裡面的種子裡面。 OK， 跟著最後就是斷節式，是不是妄想大種，在山內外的地界，地界就是你覺得有東西，是不是硬硬實實啊，重啊，The weight and the 實，是不是？你去打坐，你看看 I'm sure 很多人開始打坐的時候就覺得哇，為什麼這麼重的，我摸啲黐住個地下的，其實你的 consciousness 入面，是不是那隻地啊，那隻斷節式啊行緊，你知道嗎？因為你打坐的時候，其實你的 consciousness 那裡入面那四個種子搞緊的，你知道嗎？我跟你說，你知道一樣東西，很多東西很不同了，原來你醫病，是不是？你不用在醫你的身，你是醫這四塊東西，在那個 consciousness 那裡，所以變了，是不是你這個斷節式，是不是你有那個重和實和輕和虛，所以你知道咦這麼實的，所以你覺得我們這麼真嗎，很重嗎，要幾真啊，想死啊，你說我是圖畫是不是幾真啊，因為你有這個東西在這裡妄想著啊，你的妄想裡面有這個斷節式，你知道嗎，色及虛空具啊，Because of 呢個四大種子，係咪？你有嗰個色同埋虛空，因為色一定旁邊要個虛空，你先睇到個色，啱冇 ？Matter must be beside 嗰個 emptiness， 你先睇到，誒有嘢啊，好似個風扇，個風扇你睇到，因為旁邊有空間啊，誒成嚿嘢黐住，你點樣睇？所以佢講啊，有嘢有空間係咪？具足嘅時候係咪？你就睇到有嘢發生緊嘅啫。所以你變咗係咩？雞著斜低啊！你係。捉住那個 wrong view 啊，斜低就是 wrong view， 五音雜聚啊，五音是咩？邊個啦？收上整師啦，你個 five aggregate 色受想行識，佢開始行啦。喺一行嘅時候係咪四大做色心？你個四大啊，哇！你個 body 嚟啦，你睇到什麼嘢好真嘅啫，所以好似係咪真係有嘅咗？所以你嘅一切嘅嘢係咪原來係你嘅 consciousness 嗰度整出嚟嘅 ？OK。Modern physics 講係咪 ？Solidity is a mirage。實嘅嘢啊，你諗住有色啊，實嘅嘢係咪？其實係一個海市蜃樓，係假嘅。跟住係咪？呢個就係嗰、那個啊塵啦，六塵啊咩？你睇到話內外啊，其實啦，能企已經講緊呢個津潤啊、堪能啊、飄動啊、斷節色係咪？其實佢解釋緊你嘅六塵同埋你嘅六根嚟嘅。六根包括你的四大在你的身上，那個六根啊，眼耳鼻舌身啊，身都是整個身啊，意就是你的腦啊，你的腦都是假的，你知道嗎？其實真正存在的東西只是意識而已， It's only your consciousness， OK， 所以這個都是假的，這個也是假的，這個是假的，這個是假的，這個腦都是假的，所以其實是不是只得你的六七和八隻 ，yes。學習是咩？學習啊，學習係咩意思？學習知啊，嗰個知啊，係咯，八卦啦，嚟 learn 啊，嚟 learn 嘢係咪？唔係，即係講呢個假啊，個腦係假啊。Information 啊 ，information 啊 ，information 啊，學習係 information。等你上嚟，你個 2D 咯 ，update 你 2D。所以學習呢啲。學習係咪？同埋呢啲嘢係啊 ，memory 係咪？但係 memory 會死㗎。The only thing 係咪？你可以帶住行嘅就係六七八隻。你嘅嗰個學習係咪？如果係知識係咪？佢就係會玩完嘅。因為你一死咗 ，memory 冇咗。啊，你嘅除非你嘅 become 你嘅性格，你嘅性格住喺六啦。六係你嘅嗰、那個 OK， 六係咩嚟嘅咧？六係你嘅 decision maker。你的那個第六色是你的 decision maker 叫什麼，你拿主意的，
你愛嚟聽經啊，你愛 countdown 啊，依個係第六啊。第七係你嘅性格，性格係咪就係啊？譬如有啲啊好躁嘅嘅咯，啊一啲啊哎呀行路好慢嘅咯，有啲好知整嘅咯，啊一啲好急嘅咯，依個咪性格咯。呢個係七咯 ，habit 咯，你嘅 habit， 你嘅 character 啦 ，character 啊，你嘅 tendency，OK。第八咧就係你嘅功德，你所做嘅一切好同壞係咪入咗你嘅第八嘅？你知冇？所以你嘅六七八係咪一走係咪？其實淨係你嘅色走啫，你知冇？其實真真有冇嘢係個色啫？乜嘢都係假嘅 ，OK。六七八喺邊？上邊啊？啲嚟啊 ！Scientist 講喺依度 ，2D 啊，喺個 2D 咯，你喺度啊 ，Event Horizon 喺嗰、那個那個宇宙係咪嘅邊界黐住嗰度？佛同你講嗬，唔係冇地方嘅。而家我問你咯，你嘅心喺邊度？唔係依啲心臟啊！你而家你想食 ice cream， 你想食 ice cream 係你嘅心想，你嘅心喺邊度 ？Where is your intention？你摸佢唔到啊，因為佢唔係實嘅嘢，佢唔係 material。你仲可以意識都係噶，你嘅意識喺邊度 ？But scientists 佢哋一定可以講有嘢嘅，你知冇？佢哋唔可以講冇嘢，佢哋唔可以接受 consciousness 嘅。所以 it's a fight 啦，而家講真咯，佢哋逼佢哋接受，佢哋又唔肯接受。所以呢位佢係講緊啊，你講個意識係咪 ？Scientists 好夾硬咁樣講係喺個 2D 平面嘅喺宇宙出邊咯。都唔係。不過唔係佛講係咪冇嘢你睇唔到嘅嗰樣嘢喺嗰度咯？而家你嘅 consciousness 喺邊度？我就問你咯，你話喺邊度？佛嘅 consciousness 啊，佛嘅 consciousness 啊，係 everywhere and nowhere。我哋嘅 consciousness 係咪係 somewhere？ 你 pinpoint 唔到佢喺邊度？我問你，你 conscious 嘛？不是你的 brain 的，因為你死了之後你飄出來是不是你的魂魄是不是你還是 conscious 的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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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唯有是說 information Scientists 說 information Which is actually information 是 information 好心同意識一樣心同意識心是你的 mind 意識是你的 consciousness Very close 可以這樣說你的意識都可以這樣說所以他說林啟經心裡說識者你這個識、這個、你有這個識的人 他自從他有了一個六根和六塵他很快樂知道他看到很多東西他聽到很多東西所以因樂種種即境界故他很 happy with all these things that is happening around the environment 因為為什麼你有那個眼耳口鼻你去圓到出面的東西你很樂、所以如脆相續、所以呢死火咯你就一直投胎你就一直投胎一直行咯因為你出了來嘛你有那個識去知道這些東西因為你有這個根和這個塵你知道所以你開始怎樣你開始捉住了因為你喜歡了嘛你記得那個四大情緒陷阱嗎我們多喜歡你知道嗎苦的時候不記得了啊！唔苦嘅時候，你睇追喎、死追四隻嘢 ，OK， 我哋落咯。啊，人哋一定會問嘅，做咩我哋嘅 consciousness 入邊有呢啲 seed 嘅，好似個四個 seed， 做咩會有嘅？因為點解？因為我哋發夢啊。OK， 我問你啦，記得我哋夢幻泡影夢，想入嚟呢個沙婆世界啊，係因為我哋好奇嘅啫，啱冇？所以我想入嚟係咪？我一入嚟第一個行嘅係咪？就係我嘅行嚟啫。mental object， 我行呢度，咁我做咩入入嚟？因為我八卦嘛，我好奇嘛，我想知道嘛，所以我一日入嚟咯。所以我一入嚟個夢境一開始嘅時候係咪？你記得冇？夢幻泡影啊，科學家都講啊，你個發夢係咪唔係慢慢咁發嘅？佢一下砰，哇！你有曬嗰啲啊，屋企人啊，車啊，屋啊，有宇宙啊，山河大地啊，佢一下出嚟啊！你發夢嘅時候係點樣嘅？你的夢不是慢慢擠出來的嘛不是慢慢大的嘛你一夢就哎呦做什麼我看到我誰誰誰是不是馬上是那隻我們的夢是這樣科學家說我們的大爆炸是這樣我們的大爆炸一爆的時候整個畫面出來跟著是什麼造成這個畫面的你記得你家裡你開電視機的時候你一開夢那個叫做 pixel 你知道 pixel 嗎
畫面啊，一個平面的畫面係咪就係、是、用 pixel？ 一個 3D 嘅畫面咧就係、是、用 voxel。OK， 啊，暗啲暗啲，啊，依、這個就係平面嘅畫面。OK， 所以如果你睇到一個 3D 係咪，其實佢入邊嘅嗰個嘢係咪係 voxel 又突出嚟嘅 ？OK， 所以這個呢個咧其實咧。一個畫面係咪一定要佢做成嘅？你知冇？你咩咁樣？唔係你點樣睇個嘢？你冇 pixel， 你冇 voxel 係睇唔到嘢嘅啫。所以 need pixel and need voxel and all these pixels and voxels 係咪就係、是、個 consciousness 入邊嗰啲種子嚟咯？你一發夢一開始一嚟係咪？你睇到嘅嘢係咪？其實你個種子已經睇一定係實先㗎啦，唔係你睇唔到嘢。你知冇？So it is the building block of all your pictures, of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ee. You know, it can be pictures, it can be 3D, it can be 2D, but 它一定要有那個種子，是不是？那些啊，四大啊， elements 啊，你才可以知道啊，那樣東西的感覺是怎樣啊。所以我們就厲害一點，我們就愚痴一點，我們是有木色，又有地水火風啊，所以我們覺得很真啊。OK?所以係咪《心經》講啊？《心經》啊，正話講啊，係咪？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其實啊，嗰個無啊，係真嘅無啊，啫，係冇嘅，你知冇？冇六塵，冇六根，亦都冇六色嘅。呢、这個色係咪真真嘅色啊？呢、这個綠色啊 ？OK， 而家翻返去第一隻蛋，第一隻蛋我講嘅。一到五色是什么来的？是你的眼耳口鼻触。第六七八是不是？六就是你的那个 conscious mind making decision 的。七呢就是你的性格。八呢就是你的功德。原来是不是不但止功德哦，功德入面是不是还有四大种的。能不能讲给你听，四大种都在第八里面。OK? 所以当我们一死了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呢？一到五冇曬，因為眼耳口鼻係肉體嚟噶嘛，眼耳口鼻觸嘛。但係係咪我哋一投胎係咪就係、是、六七八？六七八就去投胎，所以係咪成個嘢係咪係六七八嘅啫 ？OK， 六就係一個細路哥出世嘅時候，佢會知道啊喊啊，我而家投胎咗，我呢度係冷，好冷啊，呢度係醫院啊，佢知道係咪佢好冷？呢個係佢個 conscious mind 啦，佢嘅第六啦。OK， 所以七係依個細路哥嘅性格嘅咯，啊，好中意笑啊，好中意喊啊，係咗好啊，巴閉啊，好小氣啊，你只要睇到個細路哥好睇法喺度啊。第八係咩嚟咧？第八啊，又係生喺乜嘢屋企啊？嚇木屋區啊，定係啊高樓大廈嗰啲大大屋啊？啊住宅區嗰啲豪宅啊？卡媽佢係第八。第八卡媽，第八先係卡媽。六七八是咪就是你的真正的 consciousness 啊？當你死了的時候，你走的時候 ，OK？ 其實是咪成個嘢啊？總結嚟講啦，成個呢個圖是咩圖嚟嘅？拆嚟拆去啊！我哋原來咁複雜啊！其實是咪係好簡單嘅嘢 ？OK？ 成個圖啊，嗰、那個宇宙是咪其實是波量 ，energy wave function。就是你身邊而家係咪？心係永定 ，OK？ And then 啊，入邊浮緊嘅係咪？係咩嚟嘅咧 ？That's all. That is reality. 係咁多，冇咩四大啊、五根啊、六根啊、乜根啊，跟住又色啊、又塵啊，跟住又山河大地啊、屋啊，完全係假啊！成個嘢啊，係波浪同埋六七八喺度行緊嘅。波浪是否 equal to energy? Energy 是不可以消滅的，是不可以消滅的。你的波浪是否就是你的空間？而且是一個波浪很厲害的，為什麼呢？它是 full of infinite potential。 OK， 我們在這個波浪是不是是六七八的，但是我們衰的，我們愚痴的，所以我們在這個波浪那裡是不是我們出力看，是不是那個東西真的走出來，所以我們 create， 我們 create 你是 zoom 東西出來，有沒有八卦？你一八卦就死了，
但係你唔八卦又唔甘願喎，嗱，陣間我講到喎，嗱，你唔八卦，你又學唔到嘢喎，你八卦你又死喎。所以我哋而家係咪從而家開始啊？我哋諗嘢係咪你要記得喎？出邊一切嘅嘢係咪唔係咁真實？好似你話齋，淨係嗰個六七八行緊嘅啫。所以一切唯心是造，係你嘅心自己出嚟。當我哋 observe and assume 一個 force 係咪 observe 嗰樣嘢嘅時候係咪 ？We create the reality， 我哋係整出嗰個真嘅嘢出嚟嘅啫嘛。In 3D image， and they look so real。It's just like 我哋睇依個 2D 平面係咪？你一個妹同我講啊，你用少少力，我唔用力，你用力嘅喎，我都未睇到嘅咯，佢講。你整你眼豆雞眼係咪？我用力嘅，你知冇？要 assume force。喂，突出嚟喎，喐，咁樣嘅咯。其實我哋係咁樣嘅，你知冇 ？OK， 所以啊，佢講成個呢個空間嚟。是那個 wave function 喎 ，and then 呢個 wave function 同 infinite potential 嘅時候，係好似一個舞台咁喎，好似一個平面嘅台，你未打燈光嘅時候咁喎。OK， 所以當你一要開始嘅時候，你就嗰個舞台啊，任你話事咯。你愛點樣？你愛睇一出喜劇啊，定係睇一出悲劇啊？你揀。你中意睇悲劇嘅 ，I'm sorry， 佢都可以俾你睇悲劇嘅。但是我選擇去看喜劇是不是是一個喜劇是任你話事因為一切唯心是造所以跟著這個、啊、你再看一下就是因為我們有這些這樣的 consciousness 是不是包括什麼你知道我們那個 concept、啊、我們的那個相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去創造、啊、看不到的東西摸不到的東西 for example 空間 OK 時間距離、深、淺，你睇到又有深有淺啊，有遠有近 ，OK？ 長短、方向啊 ，directions， 蘇媽喺嗰個受想行識入邊啊，所以呢啲蘇媽係咪都係因為你 sense 到啊？你攞你嘅腦電波係咪 sense 到啊？你嘅相啊，佢可以整到嘢係咪好真好真咗咯？所以 Einstein 都講呢啲蘇媽都係 illusion 啊！啊呢、這個 psychologist 講啦嚇。Subconscious mind 是不是可以 handle 2 million bits of sensory information per second? That means、啊、我們的那個潛意識是不是可以、啊、handle 處理 okay, 可以處理200萬個 bit 200萬擺是不是我們的感官、啊、一秒鐘裡面200萬個 bit 的感官 OK 那個是潛意識但是我們的意識是不是只可以處理是不是七隻所以你看你的潛意識多厲害六呢就是你的 conscious mind 嘛六是你的意識嘛六可以處理七隻你知道但是你的 subconscious 七百是你的 subconscious 處理著200萬隻、啊、那個感官的訊息所以你看你的潛意識是多厲害的我幫人哋講二十倍啊！哎呦，邊度止二十倍啊？跟住彌勒佛啦彌勒佛 Maitreya 佢講啊，我哋講過啊，一秒有四彈子啊，一彈子我哋個年頭係320兆啊！你知咩叫兆 ？Trillion 個年頭，一彈子係咪320兆個年頭？跟住一秒啊就係乘四。就是1280兆啊！兆，因為叫兆，唔好嚇死人啊！所以你睇到嘅嘢真冇幾真啊！我哋去電影影畫戲係咪？一秒係咪？嗰、那個飛輪啊，行幾多輪？24啫，知冇？你喺度幾多少？所以你話你真過嗰個影畫戲幾多？呢幾多千萬倍啊！所以那個彌勒佛講係咪？我哋睇到嘅嘢好真嘅 ，OK？ 所以啊，揾一個細路哥 BB 仔出世嘅時候係咪？佢你睇到佢一出世咗，其實呢個 BB 仔第一年入邊係咪？你知佢做緊咩嘅冇？佢其實喺樹係咪？
喺佢六七八大咗嚟嘅啫喎，跟住佢睇到嗰啲嘢係咪？佢攝影嗰啲係咪？跟住佢阿爸阿媽去幫佢講嘅啫喎，俾佢好多嗰啲 concept 係咪？嗱嗱，呢個係光咯，呢個係光，啊呢個係摸摸摸 ，OK， 啊呢個係食食 ，OK， 啊呢個係食，跟住呢個係呢個係啊呢個係咩？所以佢開始係咪夾啊？佢嘅六七八係咪？佢嗰個四大種同埋出邊嘅嗰個 electric signal 啊，嗰個電信號啊。佢一直咁樣夾咯，夾嚟明白係咩嚟嘅咯，跟住啊，佢開始啊，影出嚟，蘇媽係嗰啲 images 啊，全息圖啊，佢開始就諗住呢啲嘢，蘇媽係真嘅。所以個 BB 仔第一年嘅時候，佢喺樹係喺度適應緊係咪嗰啲 concept 啊？你知唔知？因為我哋入咗嚟沙漠世界係咪？我哋都係俾佢呃咗。所以個細路哥又跟住咁咯，所以大家一直出嚟都係呃咗我哋咯，被受騙咯 ，OK？ 所以啊 ，he starts to adjust himself into the world of perceptions， 係開始 adjust 佢自己係咪嚟呢個世界啊？一個花花世界啊，其實呢個花花世界係假的 ，OK？And then 啊，好似咩樣？而家我俾你一個感覺就係，而家你係打 computer game。我哋如果開始 log in 打 computer game， 你嗰個 joystick 你梗係唔識玩噶嘛，係咪？好俾輪盡噶嘛，咦、哎、嚇死鬼咗，咦、哎、你咪唔行嘅唔行嘅，誒、哎、你慢慢搞下你，搞耐咗係咪？你嗰個 joystick 好似你咗一樣，你好似個 joystick 咗，我哋就係咁，我哋就係好似打 computer game 咁，其實同 computer game 冇乜分別 ，OK？ 所以跟住個 BB 仔咧就開始講，誒、哎、原來呢啲叫摸啊，呢啲叫睇啊，呢啲叫感官啊，我呢啲係人啊，我呢啲係我屋企人啊，開始慢慢啊，呢個細路哥開始知道，誒、哎、I can control， 原來我可以控制嘢噶，我可以喊人哋又抱我，我可以嗱，跟住開始咯，開始啊，呢個係我啊，我呢、这個叫我 ，OK， 啊跟住開始係咪，佢就有 ego 出嚟，佢 ego 出嚟，跟住佢嘅 emotion 就。做、so, 悲劇喜劇係咪？就喺嗰度開始啦，係睇佢係悲劇喜劇嘅 ，OK？ 所以啊，呢、这、一個六七八原來喺我哋嘅感官冇睇到嘢，我哋攞一啲 example 啦 ，OK？ 所以你會覺得係咪我哋正話講緊嘅嘢啱咧 ？For example， 當我哋發夢，其實我哋六根冇啊，發夢你 shut 曬噶嘛，瞓緊覺嘛，你冇六根，你亦都冇嗰個出邊嘅六塵。你只是那個 electrical signal， 你的電信號和你那個屏幕在裡面，還有你的綠色，你的夢清楚嗎？記憶真的，我有一個朋友，他發夢他被整咬，他是不是可以跳起來，是不是開門走出去，是不是拿個枕頭在那裡打喂，幹嘛說啊，你發夢發到這樣的，是很真的這樣，真到佢跳起嚟出咗去攞打打打字出嚟，咁點解你會發夢咧？你夢咗六根嘛，你亦都冇六塵嘛，你淨係嗰個綠色同埋嗰個 electric signal 同埋嗰個屏幕啊，你夜幾真咗，有幾多情緒咗？所以 that shows 係咪出邊嗰個塵真係假嘅咯？你嘅六根亦都唔使嘅咯，但係你嘅世界已經上噔噔啊！響噹噹啊，幾真嚟啫嘛！仲有一個就係幻想。當你瞓著嘅時候，你好擔心一啲嘢。其實你瞓喺嗰張牀啫嚟啫嘛，閂住眼嘅，但係你係瞓唔著啫。係，出邊亦都冇事嘅，係啊，你個房嘅啫。你 imagine 嗰啲人點樣害你，點樣講咩嘢，一定會放過你，一定咁樣咁樣咁樣。哇！你個 imagination 啊，牽住你啊，帶到你啊，你覺得好似成個世界係真的。就是这样，我佛跟你说其实外面的东西真的是假的，其实说外面的东西真的是假的 OK？ And then 还有另外一个我看到是什么 Hypnosis 催眠，所以他们有 Hypnotherapy 真的可以医到人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 Hypnosis 是什么来的？原来催眠是一个 highly responsive to directives and instructions， 它是将你进入一个状态，你很紧要听话的，你的 mind 是聽曬嗰啲指示和命令的，我叫你咁你就咁，因為佢已經被催眠了，所以呢個催眠其實是入咗去佢嘅嗰個潛意識，佢嘅 subconscious mind 嘅。Right, for example， 我睇到噶啦，精神到出嚟噶啦，係咩咧？佢催眠咗係咪？佢幫佢講啊，
你飲醉酒，你講下你整下，其實你而家咪哇去個吧嗰度，你好開心啊！跟住好多人幫你一齊飲酒啊，飲到哇嗰頂酒咪真係哇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啊！跟住佢催眠咪佢俾你眼開，因為眼開佢行路咪佢真係一個醉人咁喎。佢叫佢 brother 一齊嚟，佢 brother 講佢直頭就係佢醉咗個樣就係咁。其實佢冇咁做噶，佢幫佢講你醉咗噶咋。所以因為點解？佢根本上佢已經係直接同佢個六七八講話，你就已經嗰個世界係咁真噶咋。OK， 仲有一個就係、是、佢比起嗰啲 onion 嚟用，佢同佢講係橙，我係雕石 onion 嚟，衝頭嚟咁樣，衝頭都死啦陰公！佢講係蘋果啊，啊，哇！食到幾好食啊，脆添。哦，你唔知噶，你個感官差唔多死曬噶啦，陰公。其實你個感官係假噶，都同你講啊，你真真嘅係你個意識啊。我幫你嘅意識講係咪？你意識 take over 曬啲感官啊，同埋出邊嘅六塵啊，嗰、那個係大葱嚟噶，唔係蘋果嚟噶，係食到津津有味。仲有一個又係佢做咗出嚟嘅，就係佢同佢講呢一個水係咪係温水？你可以沖一個熱水涼，其實蘇媽姐就係冰塊，所以佢攞去沖涼，哇，好爽！佢講其實冰嚟嘅，咁凍嗰啲觀眾啊，嚇死佢哋！佢真係入去沖涼喎，咁凍你知冇？但係佢覺得好舒服啊！啊，冇，佢係分催眠咁，佢喺度入沖涼喎，佢好爽咯，佢瞓住咯，佢嘆世界咯，佢唔覺得凍。所以原來係咪當你被催眠啊 ，means 你嘅 consciousness take over 你嘅 body 咗 ，take over 咗你嘅身體啊？其實你嘅六根啊，同埋你嘅嗰個出邊嘅六塵係完全冇關係，就係、是、其實真係咁。原來出面的六根和六塵一切給到你的感覺是假象，是我們以為是的。 OK， 所以這樣可以推算到呢，我知道那天不知道誰發的 placebo effect， 他在說是不是你怎樣醫你自己，是不是靠去影響你的那個 consciousness， 你的意識，你跟你的意識說清楚的東西，是不是你的身體自己好翻？因為根本上你沒有身體的嘛，朋友，你的身體是圖畫來的，你知道嗎？假的，你知冇？你的真正的身體是你這個，你知冇？你的意識入邊啊，嗰四大種啊，你冇身體噶，你嗰啲身上好生嗰啲 cancer 啊，咩癬啊，咩痕痕啊啲嘢，其實一切一切全部係喺你的 consciousness 嗰度飆出嚟嘅。你知我講咩冇？所以係咪？如果你真係真係好深深咁樣相信係咪？你是一個 hologram 係咪？你可以走去你 consciousness 同佢講係咪？我係食幾多都得，我唔要肥，唔要肥噶。因為你個 body 肥係因為你幫佢講你食咗嗰樣嘢。你知我講咩冇？你個 body 其實冇嘢㗎，好難相信咯，我都難相信啦。OK， 所以係咪你係唔要病嘅咯？如果你深深相信 consciousness， 你嘅身體冇嘢㗎，冇身體㗎咯你。OK。你根本不要死啊！點樣死？你個圖畫冇咗啫嘛！你個六七八嚟嘅成個嘢，你未死嘅時候都係咁懵咗咯。你諗住你死啫嘛，因為你諗住你有肉體嘛。六七八也是不生不滅。但係你嘅六七八你都係未醒嘅。嗯。你係喺個夢入邊創造出嚟嗰啲三 D 係咪係假嘅？如果你真係醒曬啦，你嘅六其實係冇咗嘅。Okay， 六是沒有的，你不需要 conscious， 因為你不需要出來這個夢境了，你的七你的 tendency 沒有了，跟著你的八你的 karma 搞定了，但是你的八 issue 是不是有一個夜靜下的，是叫做古乃澤，這個就是佛了，如來藏。如果是不是一個佛入來這個三婆世界想跟你說一聲 hello， 是不是他就走去六出來先，在六那裡出來，他一定要有一個妄想意識來跟你交手的，是啊，去暫容一下咯。如果係唔愛，咪去 disintegrate， 咪去翻返去嗰個烏禮爭，咪烏禮爭齊 everywhere and nowhere。OK， 而家我哋係咪講曬啊成個嘢啊點樣行嘅，好冇？我哋擠曬落係咪一個圖入邊 ？OK， 所以就係呢個圖啦。第一，我哋嘅 universe scientist 已經講咗啊，原來係咁樣嘅，圓嘅。OK。所以我哋出面係咪係一個 2D 嘅？我哋嘅信息 so much 儲藏喺個 2D 嗰度，跟住係咪
And then 呢個 information 儲藏喺處係咪？係用緊數碼01001咁樣嘅 binary 啊咩 code 啊 binary codes 啊啊嗰啲 code 咁樣嘅啫。And then 啊，佢少少嘅 information 咁樣少少係咪？其實包括好多嘢用，因為呢個係 2D， 呢度入邊係 3D。有少少就好多，就好似而家你攞你嘅嗰個 chip 啊，你睇你入面有幾多嘢你可以 storage， 遲啲仲緊要嘅，我哋講 ，OK， 所以呢個就係個 computer 嘅 technology 好犀利啦 ，OK， so 跟住啊 ，inside the universe 咪 ，there are always， 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嘅啫 ，OK， 我哋嘅世界 ，and 呢啲數碼係 infinite possibilities 啊，記得啊，呢個係空性 ，infinite 啊。是無限量的潛能 ，OK possibilities。跟住第三 ，inside the universe all objects are 3D， 什麼是 3D 啊？由嗰度影射出嚟嘅 ，OK 你嘅山、河、大地 ，and 你嗰啲樹啊 ，OK 什麼是影射啊 ？projection 嚟嘅。跟住咧，記得啊，呢個什麼係 hologram 嚟嘅 ，hologram 嚟嘅 ，hologram 嚟嘅 ，hologram 嚟嘅。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 original universe。跟住係咪呢一個 universe 啊？你有 subject to constraints，that means 你有法則，你一定要有 law rules。For example， 好似嗰日我哋做嗰個夢幻泡影，嗰啲法則包括乜嘢咧？包括生滅。你一入到嚟呢一個夢境係咪？呢、這個成個嘢就係我哋嘅夢，你知冇？OK， 呢個夢境係咪入邊一定有生滅嘅？你睇好似大家姐問我樹生嘅點樣？你一定會生嘅啫嘛，你一定會 grow old 嘅啫，生生滅滅。OK， 跟住咧又有因緣和合，又有因果循環 ，karma 喺曬度法則啊，有個 rules 啊，好似你搞 computer game 係咪？你都要有 rules 啊嘛。你打麻雀要五番先食得啊，點啊？你生翻嚟食雞糊啦，唔得嘅，唔係嗰啲雞糊，你食炸糊啊，你唔夠翻食唔得噶嘛，啱冇？呢個係 law 嚟噶嘛，所以呢個就係 law 咯 ，OK 法則。For example， 無我無常，嚇、啊、無我無常苦海呢、這個 three characteristic 例，相對論，相對論就係 relativity， 好似 scientist 講嗰啲咯，量子學，一切為心事做 ，OK 引力 gravity time and space 嗰啲咁嘅嘢啦仲有最得意嘅咧，就係六道輪迴。六道輪迴就係你嘅嗰個玩呢個 game 係咪嘅嗰個成績單？你玩得好咧，你係上天；你玩唔好咧，就落地獄。所以唔係話任你冇嘅入邊入到嚟呢度。OK， 呢個就係個 computer game 嘅規則。我為咗講呢個 talk 係咪，我都 interview 咗兩個後生仔啊！咩叫 computer game？所以解釋俾我聽啊，我都覺得哇，好似好似 ，OK。所以我呢個 concept 講俾後生人聽，好快佢哋死點頭，啱啊，講啱啊，正常啊 ，OK。所以呢一個係咪山河大地影射落嚟嘅係咪？我覺得啦，佢係好似一個軟件啊 ，software。You know, it's a software, OK。所以我叫呢個叫做 universe 嘅 software。According to quantum mechanics， OK， 呢度係咪我哋嗰啲 information 啊，深刻儲藏喺入邊啊 ？OK， so 而家我哋嘅人喺邊度？其實我哋嘅人啊 ，OK， 係入咗嚟可以重建啊，攞呢度嘅 2D information， 我會重建呢個人嘅啫，有女仔有男仔，所以呢啲人就係我哋嚟嘅咯。所以我哋入嚟嘅時候係帶住六七八。六七八 ，OK， 我哋呢個六七八就係攞住一個 2D 嘅 information 入嚟呢度重建呢個人啊，喺呢個玩呢個 game。跟住啊，你 enter 咗呢個 realm 嘅時候，呢個咧就叫做人嘅 software。呢個咧喺《大藏論經》入邊啊，我就有睇到佢叫做人思設 ，human software，OK。所以呢一個人思設，其實咧佢係 for us to come in and play。OK， 陣間我將成個嘢用 computer game 解釋俾你聽。OK， 所以你哋啊，我哋入嚟呢處啊，呢個人係假㗎，
呢個係 software 嚟㗎，呢個係一個 hologram 嚟㗎，呢啲都係 hologram 啊 ，excuse me， 你嗰個人係 hologram 啊，六七八個人嚟嘅啫 ，OK。跟住呢班人入到嚟係咪？佢哋會做咩咧？會做啊車啊屋啊啱冇？佢哋梗係要做呢啲嘢㗎嘛，咪喺度做咩？呢啲變咗真係 hologram 喎，因為假嘅人做假嘅嘢係咪？係假嘅添喎。變咗係咪？我哋咧就一直累積咯，睇住我，我哋交手咯，我哋做生意，我哋啊做製造，跟住我哋結婚，我哋生仔，開始咩咧？六七八呢班嘢係咪？加你嘅 information。好像你話齋 ，information， 你加咯，你個功德啊，你嘅 tendency 啊，你仲 so 你 issue 係咪一直 update 咯 ？update 你嘅嘢咯，一直 update 咯。因為你喺度交手嘅時候，咪就好似而家我哋咁咯，結婚生仔啊，同人鬧交啊 ，OK， 同人哋做朋友啊，你仲啊做闖一番事業啊，我定係跟住殺咗一個人啊，我係救咗一個人啊，呢啲全部係 information。Right， 呢啲 information 係咪會 update 我哋個 2D information？ 所以你個六七八係 update 係儲藏住喺嗰個六七八，因為科學家講 2D 嘛，所以我冇辦法，我係講 2D 咯。但係佛家同你講係咪冇 such thing as 2D information？ 佢係儲藏喺你個嗰個 consciousness 入邊嘅啫。OK， 到我哋死啦。其實你的死是咪冇肉體的死嘅啫，個肉體的死是因為你的假象認為你是一個肉體，其實你是一個影啫，你知冇？一個圖畫啫，所以你個圖畫玩完咯 ，OK？ 跟住你六七八，你翻翻喺嗰個六七八嗰處係咪？六七八係咪？你 update 呢度咯，掟住喺處咯，掟住喺嗰處咯，等你下一輪係咪再嚟玩嘅時候啊？因為係咪科學家講咗 2D information 入邊嘅嘢係咪？你可以重新攞嚟 construct another 3D 啊 ，exactly 嘅 information 喺入邊。你知我講冇？知。哦，今日細係咪？你可能做男仔咗？你個六七八喺處？你明我講冇？所以我哋根本冇死嘅，你知冇？因為你個六七八一直 update 嘅，你知冇？其實你死嗰個係你嗰個 computer game 個 player 嚟嘅啫，仲。唔係，佢係做文字，最新嘅文字啊。做文字係個係啊。Exactly。你睇下，所以你睇下成個嘢啊，when你死嘅時候，其實等我 complete 埋我先，等我講到 computer game。So when 你我哋一死嘅時候，係咪？你講嗰隻嘢咁耐，你講嗰隻嘢反射 information， 佢係講 information， 我個 species， 我係 individual。Everything。information like get 啲國係咪？你嘅 information 我 reconstruct 你係咪？我係好容易嘅喎，因為係咪？我只需要攞你一個 DNA 係咪？我 reconstruct 你嘅嗰個四個，你嘅嗰個成個 body 啦 ，which is the material 啦 ，I can construct anytime。All you need 啦 ，is to drop in the 6 7 8，搞掂，你行咗啦。You mean to say 第日我出翻嚟個樣都一樣？你中意？你中意嗰陣時睇你嘅 karma， because 你嘅 karma 就係你愛搞咩 play 啊嘛。你先講啦，我愛搞一個 play 啊，我愛做一個大窮人。不是大有錢人大窮人，所以我經常去搶人家的東西，我偷人家的東西，是吧？我的卡媽我一定是做窮人的嘛，所以我變成一個窮人，是吧？你不要說你不愛，是因為你選的，因為誰叫你去偷，誰叫你去搶，所以你會變成一個窮人咯。所以原來你 choose to become a 窮人， because 你的 action tells 你怎麼說什麼所以這個六七八是你的 update of 你的 information 在你的 mental level 你的 consciousness 而已，但你的 body construct 是不是我是 anytime 我做什麼都可以，因為那個 information stopped here。 誰 desig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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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卡媽投胎了，你的投胎了，你選了，你知道這樣嗎？你的卡媽其實是很無形是你選的，因為你做的，你殺咗人係咪？你咪你第二世你咪好短命咯。你揀㗎呢個，乜做咩你要殺人先？你 first place， 所以你個短命我講我唔係我揀嘅，我唔可以短命啊！你 sorry 你殺咗人咯。原來嗰陣時係我揀㗎。So when 我哋一死咗，我哋 enter 一個 black hole 嘅啫，所以我哋嘅死亡係咪好似 black hole 嘅 ？So when 我哋一 enter 個 black hole 嘅時候，我哋入咗 another dimension， 我哋嘅 3D 一定係冇咗嘅。但是我們的 2D 在 Black Hole 的外面黐字，所以等我們回來 OK。 So even Stephen Hawking 他說的 In 2016他自己親口說
he thinks, 未 confirm 㗎啦, he thinks black hole may be the passageway to another universe. Another universe means another dimension. Okay? So, 而家你睇下，我哋成個呢個 game 係咪似唔似 computer game？Okay, 第一 okay, let's for example, 我現在要打麻雀 okay? 我要打三卡麻雀 So 第一件事我要做什麼我沒理由在煮飯在那邊打的嘛我就說 Hey, Kendall, 你要 log in 我一定要進去這個 universe software 去看到那個麻雀台要看到那些麻雀 So 我一定要 log in 的嘛 So 我進來了我一進來是不是跟著我做什麼角色 hey, 我要做男仔的 okay? 我要阿 John所、so, 以你咪揀啦，你揀你嘅 human software 啦，呢個係你媽媽，你自己揀噶嘛，生得靚啊，生得肉酸啊，咁係你自己嘅 doing 嚟噶嘛，所以係叫做你揀咯。所以我入到嚟嘅時候 ，OK， 我開始打麻雀，打緊嗰個麻雀嘅時候，我有冇 rules 啊？我有冇法則啊？有噶嘛，嗬？我開始幾多錢先，跟住係咪啊？有點樣先食糊啲咁嘅嘢嘛？係咪？所以我喺嗰度我就。跟住個法則係咪玩嗰盤棋咯 ？OK， 跟住真真玩嘢嗰個人係咪？其實係喺出邊嘅 computer 入邊嗰個人喺度打緊嘛。但係真真嗰個六七八喺度 control 緊嗰個人，所以嗰個就係你嘅六七八王。OK， 跟住你輸大哦，冇曬咗 ，game over， 死咗，點樣？走咯 ，exit next level， 再嚟過咯。希望 computer 機係一樣嘅，你知唔知 ？OK， 所以啊 ，even 啊，我提訪問咗我嘅侄仔佢哋啊，嗰啲打 RuneScape 啊，佢哋而家啊，日日喺度搞緊樣，乜你搞咩咧？哇，佢哋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你 log in 係咪？你入到去，你做一個人，你揀你嘅嗰個角色，跟住入邊係咪有 farming， 有種菜，有斬柴，有 crafting， 有釣魚，有做 hunter， 跟住有發型嘢，跟住你又可以去賣去賺錢，你知唔知？賣咗賺錢係咪？你做好有呢嘅人，我定係咪？你打 monster， 打 monster 你上好勇敢嘅人，你喺度做咩人咯？跟住你死嘅時候係咪？你仲可以 redeem 嘅喎，你唔知俾幾多錢係咪？你又再翻嚟又再打過，跟住入邊仲可以拜神嘅喎。有宗教的你知道嗎？我覺得你真的很有趣啊！是這樣的，不要看到那些小孩打遊戲，那人浪費時間，其實你都是在玩那個遊戲，我們自己都是在玩那個遊戲，我們還很投入那隻，你知道這樣嗎？所以啊，佛說是不是？在能伽經，你看看，能伽經，施設世弟我，哎呀，施設啊，software來的這隻Okay? 在這個 context 這個是 software 施設那個 software 是整到我在個 world 是覺得我很真世帝我帝 means 很真整到我在個世界那裡覺得我很真的咯彼此無實事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東西但是這個 software 整到我很真我覺得有一個我在個世界上面 OK諸音音施設啊，諸音啊就係你嗰啲眼耳口鼻啊，你嗰啲啊十八界啦，六根六色嗰啲嘢啦嚇。音施設啊，音啊，音 secretly 啊，音係 secretly 咁樣係咪？去施設啊，施定 means give 設係 construct， 施設係咪 design and construct 呢個嘢係咪？音音嚟嘅，俾你覺得你好真。係啦。Sneakily 啊，俾你覺得係咪？我有我啊喺個世界，你知唔知？珠音就係尤其是我哋呢啲六根整到我哋有嘅咯 ，right？ 無事亦復現啊，其實真係冇咁嘅事。啊，仲有呢一 part《能伽經》又講啊，呢個又係好經典嘅，你聽佢講啊，佢講啊，遇見達婆城及幻化人。哇！你聽過佛講幻化人啊？二千五百年前嘅經啊，講緊一個字叫做幻化人啊，即係好似今日我哋睇到嗰啲 cartoon 咁啊。OK， 所以佢講啊，遇見達婆城及幻化人啊，咩係見達婆城咧？即係嚇嗰個大智論啊，唔知咩論文啊，嗰度有寫啊，見達婆城其實 means 係咩？係一個假嘅城市啊。佢講啊，日初出時啊。
个太阳初初出嘅时候，系咪你见到啊？见城门行人出入啊，就 means 啊，你睇到嗰个城门啊，嗰个 town 入边个门啊 ，OK， 嗰啲行人啊 ，the people walking in and out， 行人出出入入啊，日转高转灭啊，个太阳升高之后系咪慢慢嗰个城市会灭啊，唔见咗啊？你知唔？此城但可眼见而无有实啊！呢、这个城市系咪？你系眼睇到嘅啫，但系系咪？其实系冇嘅，你知冇？佢系一个假嘅城市，嚟一个幻化嘅城市。所以嗰个佛讲，我哋人间啊，就好似啊，唔系人间系娑婆世界啊，就好似咩样？如见达婆城及幻化人。That means 我哋睇到嘅一切嘅高楼大厦啊，我哋嘅路啊、车啊，你嘅嗰啲嘅城市啊，你知冇？同埋你身边嘅人啊、事啊、物啊，一切系咪都系假嘅？你知冇？所以你话似唔似 holographic principle？ 似唔似我哋系 hologram？ 其实佢哋讲紧一样嘅嘢嘅，但系个佛2500年嘅时候讲咗，而家个科学系证实咗啫。所以当你看这一段的时候，你真的明白原来那个佛不是用着隐喻，你知道吗？他是在说真实的东西，你知道吗？ OK， 跟着他说，种种众生相古出入，就是说人，种种众生就是人，相古出入，相是什么？相是做生意，古就是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出出入入，但是什么？即意思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的人在这里出出入入，在这里找食物，你知道吗？我们 everyday 我们的 living life， 我们做工啊，上工放工找食物，回来休息，休息完明天又再做工，其实这些种种众生相顾出入，是不是渔夫妄想？渔夫啊，等于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妄想而已，为真出入，想着是不是是有真的人，是不是在这里出出入入，你知道吗？以实无有出者入者，但是是不是真真是不是没有这些这样的人行出行入的，你知道吗？但彼妄想故，就是因为是不是我们的妄想看到有人行出和行入的，你知道吗？其实 means 什么？这些行出行入的人是不是是幻化人？ They are holograms， 你知道？所以说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真係原來我哋俾呢個塵世啊，呃得好犀利，你知冇？所以如果你要睇《楞伽經》係咪？你如果唔知道嗰個 scientist 已經 confirm 咗有 holographic principle 呢件事哦，你真係唔知道個《楞伽經》講緊乜嘢啊！唔怪得《楞伽經》啊，由達摩傳到四代之後就停止咗，而喺弘忍祖師嘅時候，佢就俾《金剛經》取代咗。所以自从慧能开始，他们就是讲金刚经，不再讲楞伽经了。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我都不怪得了，当时的人看到佛讲这件事，其实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那时 scientist 都没发觉到有这样的事。是现在你看看 scientist 讲的事，是不是原来2500年前那个佛已经在那个经那里讲给我们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们想着是隐喻，你知道吗？其实真真啊，原来是不是那个五族刚强讲的东西是假的，你知道吗？五族刚强佛讲过嘛，你看到的东西你想着是真的，其实是假的，这个是一个很俗的东西，你知道吗？其实 everything 是 wave function， 是很多东西还存在着，但是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看看第一集他说你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啊，这个啊，哎呦，真是呃得我们很头的。所以啊，你看看This is what the Phật actually tell us。所以個佛講到咁清楚，係咪我哋唔信佢嘅？你知冇？我哋覺得，哎呀，唔知做咩咁樣講啊？其實可能係 metaphor， 我哋諗住係 metaphor， 即係諗住係一個隱喻啊，可能講下嘅啫。其實個佛講緊俾你聽，我哋就真係一個 software 嚟嘅啫。所以由而家開始，你翻去係咪？你咁樣諗嘅啫冇，你係 software 嚟嘅啫。OK， 你咁樣諗係因為叫你唔可以咁執著啊。我睇到嘢咁緊張啊，唔可以咁激心啊，唔可以咁睇唔開啊，冇咁樣嘅嘢啊。佢同你講，你係欺呃你嘅，成個嘢得個六七八嘅啫。你身邊嘅人事物啊，一切喺度搞緊你啊。跟住佢講係咪 ？But why are we so real？
所以嗰啲 scientist 講，其實我哋嘅 basic 嘅嗰個結構係咪？我哋嘅嗰個構造嘅本質係 for 3D 嘅啫，係 for 三個三維嘅，係 for 三維嘅。所以係咪我哋淨係識得睇到三維嘅嘢嘅啫？所以我哋為咗愛咁樣樣我哋好艱難去明白其實呢個嘢係假嘅。我哋係好艱難，所以科學家佢哋都證實。所以佢唯一一個辦法係咪嚟揾出呢個咁樣嘅 secret 啊？揾出呢個咁樣嘅密碼，呢個咁嘅事啊，其實係靠算術 mathematics。原來係咪我哋呢個 software 係咪係 mathematics 做嘅呢啲？所以有 Galileo 一六千年嗰啲人啊，點知十五世紀或十六世紀嘅人啊 ，Galileo 佢講過啊 ，The universe is written 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因為用呢啲噶嘛，零一零一零一嗰啲咁樣嘅嘢嚟噶嘛，嗰啲 binary code 啦，咩 code 啦，你發覺係咪？原來嗰啲花花草草嗰啲花瓣啊，上面有一個 number 一定嘅，你知嗎？嚇死你啊！你上網睇，哇！佢哋嗰啲 scientist 講俾你聽。那個 math 是不是就是 the secret of all the codes for the universe。 他說 The universe is written 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to uncover the hidden rules of the universe。 所以病治了，其實是用 math 寫出來的。 Software 是不是用 math 寫出來的？ Software 都是用 code 寫出來的嘛，其實我們這裡也是的。所以是不是那個 Einstein 有說過，你知道嗎？佢講啊，哇！佢講好奇怪啊，點解算術係咪可以計到咁準啊？我哋嘅世界嘅嘢，我哋呢個宇宙嘅嘢。For example， 你記得 last week 我哋講個時空、時間同空間原來係假噶。其實 Einstein 啊，佢喺1915年已經計到咗嘅，你知冇？但係我哋要到1970幾年啊，先至證實到喎。你諗下嗰個算術快幾多？OK， 所以佢講起喺算術嗰處啊，我哋先至揾出呢個 secret。跟住係咪？所以個 scientist 講 ，because 冇辦法，我哋係 3D beings 嘛，我哋唯有用 metaphor 係隱喻啊，即係講比喻啦，一個比喻係咪？講俾你聽，其實我哋係一個 hologram， 好似一個 hologram 咁啊。但係呢個 hologram 係拉尾啊 ，is rafted 啊 with。一大堆的 mathematics 啊，咁意思係好多 mathematics 計出嚟啊，唔係好似我哋諗到咁啊，哎呀我哋係 hologram 啊，唔係咁樣嘅，你知冇？佢哋做咗好多功夫啊，幾十年嘅功夫啊，去計到出嚟嘅數據 mathematics calculations and experiments，OK？ 佢哋用嗰個叫做 holometer， 如果我冇估錯 ，and then observations 啊 into the cosmos， 觀察嘅 ，OK？ So 係咪 ？So 大家聽到呢度之後係咪有感覺咧？感覺係點啊 ？OK 冇接受到，仲細心嚇，仲開心。啊，仲係你拉尾咯，我就驚我冇事啊！拉尾就係講佢唔開心咯。而家你聽到咗，你有感覺冇？又聽到唔可以相信咁，有人唔可以相信，有人唔可以相信，可以相信。如果可以相信嘅，大家鼓掌。估俾你自己嘅啫，因為下一句係咪《金剛經》？你聽佛講咩啊？《金剛經》，因為《金剛經》係空性啊，就所以佢講殊不啲，殊不啲係解空第一。佛講啊，若復有人，如果有人啊，得聞是經啊，聽到咁樣嘅嘢啊，不驚不怖不畏啊。如果呢個人聽到呢個經係咪，佢唔驚啊，佢唔恐怖啊，佢唔覺得好畏懼啊？當知是人，甚為稀有啊！就means啊，你好少有啊呢啲人，好難，你好難得啊！因為個個都唔可以接受噶，我幫你講啦，我講過俾人聽噶，嗰啲唔係學佛噶啦嚇，未聽過禪宗嘅，你聽我講，有一個咧就拍台，你同嗰啲科學家講，佢哋先係假嘅。我咁講咗，好有一個咧，我講咗喊，當時喊 ，OK 喺我面前喊，哇咁誇張，有啲聽咗又開心，覺得原來啊係假嘅，因為稱到好犀利啊，稱到好辛苦啊，有啲係咁咯。咁 recently 我講 hologram 俾我三個朋友聽，一個咧就係基督徒嚟嘅。哇！那個好大反應，
直頭攞個手咁樣，哎呦咁樣咁樣咁樣，差啲碌落地下。我企喺度做咩？你睇啲嘢嘅，做咩你傻咗？佢問我，所以我叫佢掹住咯。而家係 December 2017咯，二十年後可能你聯揾我講呢樣嘢，你知唔？佢真係接受唔到，你即係咁樣好似 ，OK， 跟住唔可以睬我。跟住咧，另外一個咧係冇信仰嘅 ，OK， 所以我幫佢講，佢第一句話就講 ，shock 㗎你，唔使做啦咁咯，一夜跌咗落空 ，OK， 就唔可以再講咗，所以咯，驚怖位咯。仲有一個咧就係佢係佛家嘅，不過可能佢係 Theravada 小城，小城比較少講啲假嘅，佢都係接受唔到，跟住佢就因為大家朋友就俾面咯，蘇斯曼轉咯。唔可以講，唔可以講。但係翻到屋企我唔知點解我佢又 text 我，佢講其實諗開又諗我，如果係 hologram 咧，其實都幾好嘅。講真的，諗開又諗我，其實都幾好嘅。因為我嗰個你個基督嗰個啊，係我舌頭嚟嘅嘛。我同佢講，你冷靜啲。我問你，如果你 hologram 啊，你唔覺得好咩？如果有一個咁嘅感覺，佢當時直。佢開始聽到嘅時候係接受唔到，但係我當你覺得我哋大家都唔係咁真嘅時候，我哋唔使咁辛苦咗嚟，你唔覺得好啲咩？可以當時靜落嚟。所以我如果我你哋正話聽咗成扎嘢係咪？可能我又講得好咧，所以你用我。其實唔係啊，我一樣咁樣講俾佢哋聽，佢哋都係接受唔到。Sorry。部同位嘅分別係咩啊？暴和胃啊，哇！咁我又唔係好清楚，暴係恐怖咯，覺得好恐怖咯，胃係畏懼咯，啊驚啊啊畏懼係唔中意咯，好似我個舌頭咁喎，哇！真係推我推到一邊咯，所以呢個係畏懼咯。如果你不驚不怖不畏啊，邦之是人啊，甚為稀有，你哋好少有啊。所以我而家我哋就係講緊我，喂，你哋雙方去自己 check 啦，你揾 holographic principles， 雙媽科學家講緊用。啲物理學家嘅世界係咪？佢哋已經係好接受咗嘅，係我哋公眾唔知啫。因為講俾你知又得佢鬧，係咪？你講嚟做咩？總之你自己上網去 check 咯。所以好多好多後生人啊，即係講如果真係讀科學嘅啦，佢哋孫媽都知道呢啲嘢。嗯，你知唔？係我哋啊，但係你幫後生人講，佢哋真係好快明白嘅咯。幫老人家講啊，哇！真係抗拒啊，抗拒到冇得頂啊！唔係話老人家差，你知冇？因為我哋嗰啲時代咪冇 computer game 啊，我哋唔明白。嗯、你知冇？佢唔係真係冇，係真係有。我哋愛開通啲啦，你知冇？因為你同後生人講冇問題啊。哇、哎，老人家好困難啲咯。但我哋呢度嘅人啫嘛，不驚不怖不畏，好犀利。我哋常鼓落嚟。佛講啊，係啦，知是人啊，心為稀有啊。未撈啊！未撈未撈未撈。我走落嚟啫嘛，講翻上一日啫，你慘唔慘噶？一日之後我同你講，佢哋係我誒一日之後我哋都玩完啦，去到嗰度先係一日啫嘛。係啦，真係嘅。所以我世天大地大啦，我哋真係可以同啲人士我哋聽嘢。你睇而家科學家都已經咁樣講咗，你最想點啊？個佛都講到亂啦，但係你哋我哋唔聽啫，講假啊，未必係 metaphor 啫啦，未必係隱喻啊，即係講唔係真噶，咁樣講爽嘅啫。其實唔係啊，同你講，你而家坐住呢啲孫媽係影畫嚟嘅啫，知冇？其實你摸睇你穿窿嘅啫，你摸到你背脊嘅啫，我。我哋成日講啊，你當透明㗎。係啊，真係透明啊！你講。OK， 我哋學咗啦，夢幻泡影、心驚空咗。OK， 跟住啊，其實講真咧，成個佛法入面最犀利，尤其是禅宗啦，講嘅係三樣嘢嘅啫，空、假同埋中。OK， 空、假、中。心經講好多空。OK， 記得我講咗啦，我呢兩期空，跟住夢幻泡影，我哋講緊我哋嘅 dream 都係空嘅。OK， 跟住我哋亦都有講緊時間同空間係假嘅。包括今日 hologram 講我哋都係假嘅 ，OK？ 最犀利咧就係中，我哋唔可以停喺呢度嘅 ，OK？ 如果當我哋睇到空嘅時候，咪去破我哋嘅咩？破我哋嘅見思煩惱。見思煩惱係咩嘢？貪嗔痴。當你睇到空性嘅時候，咪你知道好多嘢係任你點噏嘅時候，咪你唔會再咁執著。OK？ 嗰個係喺你個空，就係、是、破你嘅貪嗔痴。OK？ 但是呢你的那個假是破你的塵沙
假咧係塵沙，塵沙係咪就係你嘅宇宙啊？你嘅身邊出邊嘅嘢，時間同空間。OK， 所以呢兩個好犀利噶啦。你破見思煩惱就係羅漢 ，OK， 阿拉克。你破塵沙就係大菩薩，但馬哈波利薩多。So 而家我哋又講啦，知冇？做咩我哋嚟到？好似阿潘話齋，咁我哋做咩好啊 ？OK， 其實咧，我哋嚟呢處咧，講真係為咗去醒嘅啫 ，wake up from 呢個 dream， from 呢個假象。OK， 因為點解 ？OK， 我哋講開又講，我哋做咩嚟到先？點解我哋嚟到？你記得我哋講夢幻泡影嘅時候，做咩我哋會嚟到咧 ？OK， 好奇呢樣。Because of 我哋嘅 greed to want to know something， 我哋八卦一出咗嚟係咪？原來 point of no return， 因為點解？因為我哋無知同埋我哋 curious。點樣呢個心情我解釋俾你聽咧？就好似係咪？你未結過婚，未生過仔，你周身唔甘，你想結婚生仔，嗰種甘唔甘願啊？你唔甘心啊？哎呀，我都未結過婚，未生過仔，因為你早去結婚生仔咯。但是你很多朋友跟你說不要玩的，不過你不甘願，你去試過先嘛，一樣的感覺。很多年前我去一個老人院探望，一個阿婆很慘的，不知七個仔女不愛她了，所以我們聊天聊天說她老婆仔幾歲，所以我扔下她現在在老人院，跟著說她一直說、啊、OK 阿婆走了，所以怎樣你何時結婚啊？還結啊？哦，生仔好的，生女好的，好啊！我講，佢仲叫我結婚生仔，人就係咁咯。佢要過係咪？佢先甘願啫。所以我叫你唔好咁白，唔可以出嚟，你咪冇咁多苦咯。你肯咩？你唔甘願嘅，你唔甘心嘅，人一定要試過先甘心。所以我唔話，我唔係話講佢唔好。呢、這個好奇心係咪係令到我哋出咗嚟之後係咪？你要睇明白曬一切嘅嘢係咪？翻翻去嘅時候你係一個好唔同嘅眾生。你咩咁啊？你唔出過嚟係咪？你永遠都咁如痴。你唔經過人激心吉利，然後經過嗰啲結婚生仔過咗之後，你會咁成熟？你會咁識諗咩？冇結過婚冇生過仔嘅爭多少嘅，講真，佢人生經驗，你知唔知啊？所以唔係唔好嘅 ，OK？ 所以佢講啊，眾生係咪就係如此變咗我哋嘅智慧愛生係咪？我哋就愛經過呢啲嘢。但是很可惜，我們一進到你之後就 point of no return， 因為為什麼一進到你吃到甜頭之後，那個四個情感陷阱是不是就捉住我們了，跟著為了是不是得到更多的情感陷阱，是不是為了更多的這樣的滿足感啊，這樣的興奮啊，加上自己的那個意高越來越大，是不是我們創造了很多業障，還有得罪了很多冤親債主，所以我們在這裡就轉了好家人出了，因為很多不讓你走添 ，OK， 很多都不讓你走，所以啊，人如果你問我係咪，人嚟呢度做咩咧？唔好再問我咯，為咗一樣嘢啫，醒 ，wake up from 呢個 dream，OK， 點？我點樣睇穿呢個夢境嘅啫 ？All right， 所以呢個夢係咪真係千真萬確咁樣俾你睇到嘅啫？因為我哋係 3D 啊，所以你覺得佢好真啊，所以啊，彌勒佛講一彈指啊，一彈指啊，320兆啊念頭啊，電影戲仲係24個念頭啫，我哋320兆啊，係一彈指啊，一秒有4個彈指，所以個嘢係好真實、好真實嘅，所以我哋真係俾佢呃到好緊要啊！但係係咪你冇咁樣呃你係咪？你又擠唔出啊嗰四個心出嚟，你要喺呢個咁嘅環境 create 啊，生出啊四個心，咩心呢？就是上個禮拜我哋講嗰個直心、真心、法心同埋你嘅菩提心。你喺呢一個咁樣嘅三個世界係咪？你一定要有 honesty 直心 ，OK？ 跟住你要法心，我要點樣改過？我要點樣抽出嚟？我要點樣醒 ？OK？ 跟住你要真心，真心就係係咪你嘅心心啊？我真係嘅，唔係講爽嘅啫。你知冇？所以你嘅發願啊，同埋你嘅嗰個種子啊，發願同埋種子，你嘅包圍網都係好犀利嘅。跟住最尾係咪？你就去到菩提心。OK， 所以呢個四個心係咪要喺呢個咁樣嘅假嘅環境先可以擠到出嚟嘅？如果我同你講假嘅係咪？你嘅心出唔到嚟嘅，你係諗到咁真係咪？你就去打去揮嘅啫。And 當你打同揮嘅時候，你先發覺原來嗰啲苦啊係咁緊要啊！你真係需要咁多 courage 嘅，你知冇？咁多嗰個勇氣人，同埋咁多個真心係咪？你過呢個咁嘅三個世界，
OK， 所以個真咯，所以夢入邊嘅一切啊，甜啊 ，sweet， 你個好啊，同埋你個樂啊 ，OK， 其實係引誘嚟嘅，係你嘅 temptation 嚟嘅，係俾你繼續發夢，係害你嘅，係俾你執著嘅，所以你睇到呢啲嘢係咪好唔開心啊？嚇、啊，真係唔愛睇到呢啲嘢，好開心啊！我同你講呢個就係陷阱嚟嘅，但係係咪你個苦？好運同埋厄運啊，唔好運 ，bad luck， 聽，同埋你個悲啊 ，OK， 呢個啊先至係你嘅師傅，佢就係叫醒你。如果你嚟呢個世界係為咗醒啦 ，which is actually 我哋嘅 soul purpose， 我哋真真嚟住嘅 purpose 係依樣嘢，係咪？冇相干噶，苦厄同悲，嗰、那個先至叫醒到我哋嘅，我哋先肯醒嘅。如果你好多甜好樂，係咪？你更加迷，更加痴，係咪？你更加捉著，你更加苦嘅啫，係咁簡單。那個苦係咪由嚟嗌醒你咯？你知我講咩冇？所以係咪千祈千祈要睇真面，睇到佢哋嘅真面目嘅啫。一切嘅好原來係唔好，一切嘅唔好原來係好，所以呢個又係空性咯。所以點解我哋要吹吉避凶咧？唔需要咗嘅啫。因為你懂得破相了嘛 ，OK， 所以啊，就好像你有一個很好的父母生出嚟，很重你嘅，哇，你覺得很好啊？你大開你唔識揾食嘅，好定係冇咧 ？Another question mark。哎呀，你係爸媽好惡嘅啫，我，哎呀，大開啊，但係唔係喎，我大開我好強大，欸，又好喎、啊，所以好像嗰日我哋講心經咁啊，冇嘢係一定嘅 ，fix 嘅 ，OK， 所以每一個人係咪一生人啊？他要為了一個 purpose 理樹嘅啫，就係、是、睇到呢度一切原來係假嘅，係你睇到冇啫。OK， 如果你睇到係咪，你就醒噶啦。所以老病死係咪係我哋嘅最 close 嘅蛛絲馬跡？那個蛛絲馬跡啊，嗰、那個 dips 啊，其實就喺嗰個老病死嗰度。當我哋老病同死嘅時候，係咪係最接近醒嘅時候？沒有講咩冇，所以千祈唔好嬲死亡咯。下一期我會講死亡，死亡其實真係唔係壞事嚟噶。嗱，而家係咪科學家都同你講咯？其實你嘅死亡係你嘅嗰個鏡啊，嗰個影啊熄咗啫，即係你嗰啲 information 黐住，突然間你又再嚟過噶啦，又再玩過呢個 game。You are only a computer player， OK？ 蘇王佢講啊，就係因為我哋太投入係咪，所以我哋要好多苦嚟繼續叫醒我哋。所以最重要記得是什麼，我們千祈千祈不要那麼投入那些故事，我們每一天發生的事，我們生氣、啊、那個人對你不住、啊、背叛你、啊、不孝順你、啊、不聽你說、啊、沒有相關、啊、不要進去那些故事、啊、其實那些故事就是大拉著你進去、啊、等你發夢之後 你是完全醒不到的，所以你只有情緒地去反應、啊、所以法華經說、啊、法華經說佛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佛为了一件事嚟呢度嘅啫，冇第二件嘅 ，OK？ 乃开示众生悟入佛之见，精入佛之见，就系、是、为咗系咪教嗰啲众生系咪点样去 realize 嗰个佛嘅 understanding， 佢嘅嗰个 wisdom 啊，佢所知道嘅嘢。同埋係咪精入啊 ？That means 啊，去到係咪 achieve 到啊？變到好似去咁樣樣啊？睇到嗰個佛睇到嘅嘢，你知冇？普得圓滿佛果。所以佛理樹係咪淨係一個 purpose 嘅啫？就係、是、嚟叫醒我哋，唔係你呢度教我哋啊，做咩呢啊？嚇、啊、守五戒啊，念下經啊，拜下佛啊，嗰、那個唔係佛嘅 purpose 嚟呢度嘅啫喎。佛的 purpose 嚟於樹係愛我哋醒嘅，因為呢個其實《法華經》入邊講啊，一個啟示俾我哋知道係咪？你有真真知道個佛真真講緊乜嘢 ？OK， 所以佛勞師動眾嚟到我哋嘅人間係咪？淨係想我哋知道宇宙人生嘅真實相係咁樣。OK， 所以 five PAT 講翻我哋自己 five PAT 最 basic 嘅 skill 係乜嘢？抽身咩啊？抽身啱啊！所以點解抽身咁重要 ？OK， 我哋有總共有五個 skill， 抽身同埋拆啦嚇。Omni three and five， 包 and 摩多。抽身其實咧就係、是、step back and reposition， 抽身就係最靠近醒而行。
當我哋抽身睇到我哋其實做咩事發生咗咩事嘅時候，第一隻帶講好多 ，OK？ 嗰個抽身，你嘅抽身係咪就係俾你醒嘅時間？點解 5PAT 咁注重抽身呢？因為係咪當一個眾生啊，佢唔識抽身，完全個抽身係零巴仙嘅時候，係咪？佢係十分之苦，因為佢只係反應係咪用佢嘅情緒？佢只係用佢嘅情緒反應嘅啫，佢唔識仲用第啲嘢，就係情緒嘅啫。OK， 嗰個就係零巴仙，呢個就好苦噶啦。Right， 我哋人咧可能係咪我哋學咯，學可能2巴仙到10巴仙，呢個就係人。这个就不是人，不是人，这个是苦的人，不是苦人，这个是人咯，二到十巴仙咯，但是是不是一个佛是不是就是100巴仙。所以这里我想讲什么给你听呢？就是想讲给你听，原来你做的事就是佛做的。不要想到哎呀，这佛的事我们使什么学到佛啊，我们哪里有这么犀利啊？不是的，其实你做的事做的事是一样的。你就是你做的時候很短啊， You need to be 2 or 3% or maybe 10%， you know? But the 佛啊抽身是 100%。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去到 50% 啊，沙嘟沙嘟沙犀利了，你會覺得人生啊真是好玩， So interesting to come here， The game is 沒得定啊， Everything 在你腳下面，五十巴仙你已經咁樣咗啦，你冇講我罰一百巴仙，所以又咪包括啦。Omni Tree and Five，Omni Tree and Five 係咪唔係教你爽嘅啫？冇，其實係咪大菩薩佢哋已經做曬咗，因為係我哋係咪開始做咯而家？所以你做緊嘅嘢同個大菩薩做緊嘅嘢係一樣嘅，你知？罰佢哋啊，大菩薩佢哋已經做曬咗噶啦。對佢哋嚟講 ，Omni Tree and Five because they know everything already。他們的那個已經去到回到那個 intelligence， 是不是跟那個 universe 一樣的？我們 train 回就帶你到那裡了， OK， Vow and Motto， 你的那個法源和你的種錢，你看那些地藏菩薩他們的那個原力，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你現在在做那個 Vow， 我從此以後我一定要抽身，不會這麼靈感發脾氣，喂，你這個 Vow 都很偉大的，你知道嗎？跟那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一樣的，但你慢慢嚟嘛，你知冇 ？So you are doing exactly what the 大菩薩都係 doing， 種持都係噶。你上去查好多經書講種持噶，佛誒觀音娘娘嘅唵嘛呢隻鳥，你嘅係咩咩 ？So what？OK，you start from there，you know， 算了吧 ，OK，so what？You know，so 嗰啲人睇唔起你嗰啲好 ，OK。所以你用你自己的種詞，慢慢慢慢係咪？你去到一日係咪？五十巴仙、七十巴仙、八十巴仙，哦，你好近喎！好，所以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停喺呢處一樣。所以啊，但係當你一醒咗嘅時候係咪？你真係好唔同平時人嘅呢種 ，because 啊，因為你知道生活一切嘢係假嘅，你抽身亦都睇到咗之後，你做咗惡咪之後，你個相轉曬之後，你同呢個世間嘅人係咪係掉翻轉嚟嘅？你知冇？你俾人揾笨，你好開心嘅，你知冇？因為你知道不增不減嘅，你知冇？冇嘢咁你咪攞佢咯，到時你咪俾翻咯，冇咁係咁簡單嘅啫嘛。所以你會好 happy 嘅，你知？你好唔同啊！你俾人揾笨啊，你唔追啊，你唔爭啊，你好 OK 嘅。所以係咪？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你會咁樣嘅咯，你咪笑啦，你咪覺得我好差啦。OK， 其實我心入邊諗係咪，你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誒，這個真係幾好用噶，媽咪唔知幾中意啊，咁樣死叫我 send 畫寫俾佢。世人笑我太瘋癲啊！個個都講我黐線嘅，有嘢唔可以做啊，有錢唔可以賺啊 ，short 嘅呢個啊，俾人揾笨仲笑啊 ，OK， 你咪講啦。但係咧，我笑係咪喺心入邊笑係咪？世人係咪看不穿咯？你都唔知道發生咩事，所以呢啲嘢心眼係咪係默默耕耘咯？你知係咁樣嗎？好，所以我最尾最尾咧就係而家咧就係入到鐘啦 ，OK。所以你看這個鐘是不是其實我們讀讀過的這個是按得不易法門，是不是我們矮瓜式的那個帶的第五個 class 第五個 chapter， OK， 終於是不是當我們明白到空和假之後，是不是其實你好像說喂，那我做什麼好啊，
有咩做咩好，我哋翻翻去中咯。因為始終係咪三個世界入邊你醒係咪？好，我同你講啦，時間係空間係假噶咯，你冇邊度去嘅，你去唔到涅槃啦，涅槃啦就喺呢度。你知唔知？所以當你醒嘅時候係咪？你係喺翻呢度。但係你做咩嘢咧？你做呢樣呢啲咯，不住無為修學空，不以空為靜。你唔會唔做嘢嘅，但係咧你會修學空，你會學人哋點樣空。因為點解？你知道一切為心事做嘅，而係一任你點噏嘅。所以你修嗰個空係咪？你唔會將嗰個空係咪當係你已經到達咗嘅正啊 ？That means you already achieve. No, you don't stop there. 修學無相無作，無相無作就係睇到嗰啲嘢先係假嘅，所以你唔可以做嘢咯。OK， 所以你無相無作，你喺佛同你講，你係修學呢個假嘅，你睇到一切都係 hologram 係假嘅，係唔真實嘅。OK， fine。但係你不以無相無作為正嘅，正 means final ultimate， 唔係咁啊，你知嘛？因為佢講啊，人咧佢講啊，修學無起，無起就不生咯，不生不滅咯。OK， 無起不以無起為正，亦都唔係咯。Right， so 你一切入底，你唔係為無為無相無作無起，你唔會停喺嗰度嘅。因為點解？觀諸法虛妄，你睇到一切嘅phenomena原來真係假嘅。就好似我哋睇 hologram 咁，原來係假嘅，無路不入啊！得人驚冇，冇一個 aspect 唔係假嘅，無路不入啊！個佛同你講 ，that means 每一個 corner of your eyes 你睇到嘅嘢都係假嘅，因為係咪諸法虛妄，無路不入，無主無上，係冇 master 嘅啫，好似呢啲咁樣啦，嗰個六七八啊，係你係冇一個人主宰嘅嘢。No master, no 上無上，而不虛啊！但係係咪你去修學空假？但係你去中，中係點樣咧？不虛福德善定同埋智慧。你翻翻去聽矮瓜式嘅第五個底，呢、這個虛不虛福德善定智慧 ，Michelle 講都好多學問。OK， 修如此法，是命菩薩不住無為。你唔會住喺嗰、那個。哎呦，心諗假個 hologram， 我咪唔使做嘢咯。你唔曉㗎，因為點解？你知道係咪有啲炸嘢啊？幾好嘅喎，因為你已經喺個娑婆世界咗，你冇希望去㗎啦。這個娑婆世界就係涅槃，涅槃就係娑婆世界㗎啦。做咩嘢？到時候係咪你只會剩翻兩樣嘢做嘅啫？第一，你好自在生活，食飯食飯，睇戲睇戲，然後行街行街，煮飯煮飯，翻工翻工，你又唔會同人爭，又唔會同人鬥。OK， 你愛點樣睇我呢個事，你好自在嘅。屋企人又唔會鬥爭誒，你哦你唔中意我唔會講。OK， 聽下講多啲咁啫。OK， 呢個係自在生活。第二個咧就係、是、喚醒世人，你只會做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喂，你知唔知啲嘢先乜價格？講俾人聽啦，呢、這個叫做道眾心。OK， 但係嗰個人我聽先講啊，咪嚟冚你一巴，就好似嗰個我打台又講，你從乜科學家講，我意思真係假嘅，唔敢講就。所以係咪？但係嗰啲肯聽嗰啲好苦嗰啲係咪？你係講俾你哋聽嘅，你知嘛？冇嘢係真嘅，你知唔知？你行咗之後，你聽咗之後，有聞思修之後，講俾嗰啲人 ，who needs it, who wants it, that's all. Because 冇嘢咗，你冇嘢去追咗，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OK， so 暫時係咁啊。OK 啊，明白？你翻去聽第五個帶我不虛福德禅定同埋智慧。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